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夜很正经，现在开始。今天是11月4日，星期三。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呢，是谈谈心理学。首先你从所谓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谈起啊。那当然，本来这个现在正在进行美国总统大选，这是大家的一个热门题目。本来我也想谈这个题目。不过觉得这个题目好像原来我已经谈了不少了，再谈没有，就是把过去的就是重新就是加以安排整理，好像没有太多的新意，所以就不打算今天再谈。当然，我要这个顺便也说两句呢，就我认为其实这个人们在这个选举，它是二者择一，你只能选其中的一个人，那么不同的人呢，他在投某个人的票的时候呢。其实抱的动机、抱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比如某个候选人，他有10条政纲，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他的这个个人的操守，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少有哪一个人是对某个候选人是无条件的、完全都赞成，然后才去投他的票的。更常见的情况是呢。他其实只是看中了这个候选人的某一个议题或者两个议题，而这个议题呢，他认为是在他的价值顺序中是最重要的，而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候选人的政见符合他的愿望，所以他就投了这个人的票，所以不等于他去认同这个候选人的其他的方面。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哪怕一次选举竞争得非常激烈，两派好像这个针锋相对，但是其实两派人中间，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对某个人的某些做法，那投他票的人其实很多人也是不满意的，反对他的人，固然对这一方面不满意，投他票的人在这方同样也不满意，另外他去赞成，这个候选人的某些方面，另外的反对他的人呢，其实可能也赞成这个方面，跟你一样的。但是呢，他只不过在他那儿呢，他不认为这个问题那么重要，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些别的问题。而在别的问题上呢，他觉得另外一个候选人更合他的意。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所以形成这么一种，哪怕是很针锋相对，其实每一个选民他们互相之间还是有很多这个交叉的这个重合的地方。所以他们并不是看起来那么截然对立，像有时候选举他进行的就是，这种情况就会表现得很突出，所以就像台湾人老说嘛，动不动就什么含泪选举、含泪投票，什么捏着鼻子投票，那意思就是说他对他投票那个候选人其实很不满意，而且很多重要问题都很问题上都很不满意，但是呢，他认为在某些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上，这个候选人 OK 好。而另外一个候选人呢，哪怕其他方面非常好，可惜在这个方面上不行，所以他还是宁可去投这个人的票啊。事实上，这次这个为了这个美国这次选举，围绕这个川普啊，为了这个拜登啊，很大程度上就跟这个有关系。你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很多投拜登票的人并对拜登本人并没有那么强的兴趣啊，并不是那么很坚决的支持他，但是对川普的某些做法。是极其不满，所以就一定要找，就是出于反对川普的某一些方面，所以才去投的拜登的票，那么这个情况，当然我那么主要是我当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的问题，对中共的政策问题，我刚好看到就是昨天，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也是中国国内很著名的一个国际关系专家，而且据说也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顾问。叫石英红的啊，他有个就是接受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采访时候谈了几句话啊，他就认为他当时当然，当他昨天谈这个话的时候，他得到的信息那就是昨天的信息啊，当时呢看起来呢是川普很可能要这个要获胜，所以石英红就讲呢，他就认为这个川普连任。对中美关系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美国很可能延续对中国的全面打压，继续在军事和外交上继续支持台湾，中美关系将持续恶化，甚至进入冷战状态。在另一方面呢，
沈金红又认为，即便拜登上台，中美关系虽然可能局部有所改善，但整体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拜登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或许对中国会缓和一些，在应对新冠疫情、反恐和气候变化这些问题上，可能会和中国进行有限的合作。但是因为拜登是险胜，他必须对英国的、美国的鹰派做出妥协和让步，不会对中美关系做出大的调整。当然他这也估计到，也考虑到如果拜登胜会如何啊。但是他强调，就是如果拜登胜了也是险胜。那如果拜登不是险胜，比险胜还多一点儿，按照他的逻辑，那就是拜登上台之后，他对美国的鹰派就不会做出比较多的妥协和让步，因此呢，在中美关系上就可能做出比他原来估计的会大一些的调整啊。那按照我看来呢，如果是倘若如此呢，那他当然情况就更不妙啊。所以问题其实是这么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作为华人，我们很多人也不是全体华人了，至少在我来说，我很关心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而在美国人那里呢，他们更关心是他们的一些问题，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包括对中国的政策，在他们那儿一般来说很少会排到第一位，排到第三位、第四位去了，所以他们不会特别重视这一点，那么才造成那个现在这个我们看到的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真是非常严重啊！就在几年之内，我敢说，少则4、5年，多则10年，那中美的关系，中美的这个所处的这个地位，而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就会起极大的变化，或者是在今后这几年，中共的这种势头得到遏制，有效的遏制，甚至促使他，完成某种良性的改变，要不然，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专制的，一个就是非常傲慢的，而且很自信的这么一个中共专制政权，成了世界上的第一强国，美国整个西方就都衰落下去了，那真是几百年没有见到的大事变啊！就在这几年之间，而它就和现在的这个美国会怎么做，有极大的关系。这一点我觉得其他的问题相比都是小事情，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大的事情。这个是整个人类几百年没有遇到过事情。这一点我原来也讲过，这次就不多谈了。那么今天谈到这个，我谈就是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概念，我想很多人，我想在座的网友都很熟悉，大家都频频引用啊。那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件事本身呢，是指的在1973年，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桩银行绑架案啊，就是有两个这个有两个绑匪，就是劫持了银行的4个职员，那么这件事最后呢，在警方和这个绑匪之间呢，就是反复较量，那么最后呢，这个绑匪放弃，就结束了，可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呢，那4个被劫持、被绑架的银行职员，也就他们四个是受害人，可是，在事后呢，他们都表示他们并不痛恨这两个绑匪，而且还表达了他们对绑匪没有伤害他们，还对他们有点照顾，还表示一些感谢，而且同时呢，他们又对来救援他们的警察很反感，事后被绑架的人质中间有一个女职员，竟然还爱上了一个绑匪，而且要和他订婚。所以这个事情就引起大家的关注，觉得很稀奇、很奇怪。那么当然，一般的解释就是认为呢，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指在这个加害的人完全处于优势的情况之下，受害的人因为无法摆脱对方的控制那么因此呢，他就对加害者那方面那个本质上的不正义，你凭什么要绑架人家，对不对？他把这点就忽略了而他为了生存，他把生存就考虑得更重要因为他的生命在那个时候就捏在绑匪手里所以他最关心的是他的生命为了他的生命呢，
他就会采取很多若干和绑匪配合的行动啊，就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那么到后来呢，他就是甚至会产生对这个加害者，对他的不但会在行动上采取和施害者合作的这么一种态度，而且呢，还会对于这个加害这一方没有采取极端的伤害，还心存感激，因为他完全处在绑架者的绑匪的命运，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处在绑架者的手中，他完全能够伤害我们，甚至要我们的命，可是而他居然没这么做，所以还多少有些感激。那么这就是所谓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指的这么一回事情。那当然，大家就常常把它来引申为解释，我们现在社会中的很多大的现象，尤其爱谈，比如中国人，该说中国人，很多人受共产党受害受得那么深，到头他还不反共产党啊，还要对共产党表示感谢，哪怕到了自由的海外，他还是要说共产党的好话啊。所以现在我们因为看到大量的一些。按说，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家人都曾经受到共产党的残酷的这个迫害，到头来呢，反而他们还要去认同这个共产党，那大家觉得这种事情，太古怪，所以就把这个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觉得现在中国人呢就是患上了集体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然这里头呢，就是你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它。等于做一个概念，就是你看说起来也挺有学问的，所以大家也不去深究这个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当我们用这个概念来解释我们在中国在华人中间看到的种种现象的时候，是不是合适？大家就不深究了。反正遇到这种事儿，那你说一看哦，谁谁谁，看明明受了共产党的害，到头还要去认同共产党，那我们就是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好的名词啊，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于是就代替了我们对这件事的思考。我们自以为对这件事做了解释，而其实呢，对这件事我们并没有弄清楚所以有时候有些理论呢，有些概念，它会起一种误导作用就是因为它给一种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因为人遇到很多问题，他免不了要寻求答案。要寻求解释，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如果有一种说法，有一种理论，有一套这个概念系统，在解释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就把它搬过来。一旦搬过来，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解决了，我们想通了，明白了，而其实，这我们常常呢，用这种方式，常常是，不是加深了我们的思考，反而是取消了我们的思考。因为我们就以为满足了，其实我们根本没弄清楚，既没有弄清楚我们处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弄清楚我们引用的那个理论本身是不是站得住脚。那你说起来是很奇怪呀，你几个银行的职员，你明明被绑匪绑架了，绑架将近130个小时，也就5天多，将近6天啊，那你怎么还会对绑匪表示感谢呢？而后来，这个绑匪的不得不放弃啊，警察也把这几个人抓起来了啊。那你不去揭露，不去声讨，倒也罢了啊。你怎么还会去同情他们呢？怎么还要替他们说话呢？怎么还会对救援的警察表示不满呢？那毕竟很简单，如果没有警察来救援，你就可能就一直被他们绑架着啊。就在那种，他是在一个地库里头啊，被绑架的地库里头。连你家人也见不到，你也失去了人身的自由，那你怎么会对警察反而还不满意呢？这不奇怪吗？至于说还有人，一个女职员还要去和绑匪，还爱上那个绑匪，要跟那绑匪结婚，这更是匪夷所思了。所以这里头显然有一些问题是有待解释的，怎么会出现所谓斯德哥尔摩这个综合症？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儿啊？这个其实都大可推敲啊。那我们看到，我看到有些别的也表示说，好像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他们有一个人质数据库，一个数据库就专门搜集的各种人质，就绑架的人质的情况啊，他就发现呢，大约有8%的人质表现出某种这个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么一说，那你觉得就不就就就
没什么了不起的了，才8%的人，也就是92%的人都不会犯这种病啊。那既然是一小撮人，他们有些稀奇古怪的表现，那就不成其为一件事情了。而我们平常在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总把它当成一个比较普遍的事儿啊，所以才专门有这个名词。如果大多数人被绑架啊，并不会因此产生对绑架者的认同，并不会对施以援手的警察表示不满，更不会去爱上这个绑匪，大多数人90%以上的人都不会这个样子，那就很正常了，我们觉得就很正常了。假如真的是只有8%的人质才会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不大是个问题了。那当然，这样就意味着我们要用这件事情来解释我们今天遇到的情况，比如说很多中国人啊受共产党的迫害，还说共产党好话，那就没有说服力了。因为当我们试图把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句话，用来解释我们见到的很多中国人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中国是很多很多的，是数量很大的。如果数量很小很小，我们就略去不计了。如果大多数人都是像我们一样，那对共产党的表示出一种强烈的这个道德义愤，那我们如果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之所以很多人平常在频频的引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就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生活中，患上这种毛病的人很多，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去讲。如果按照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说法，其实很少很少人才会这样子，那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当然他就一般谈的呢，就是怎么样会人会得上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那他只是一些某一类人，一些就是有些人天性他的感情上就比较容易依赖别人啊，而且容易被别人感动，所以他遇到这种情况呢，就很比较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如果你不是那种在情感上特别依赖别人，你不是那种特别容易感动的人，那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不会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那一般说来呢，他们就归结了几条啊，要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那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说他当然主要是恐惧，因为你受到威胁，你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你的生存状态非常恶劣。另外你就害怕，你在这种环境中间，你的身心都受到威胁啊。还有呢，那就是同情，你和绑架你的人长期相处啊，你就慢慢就设身处地替对方着想，觉得别人这么做也是不得已啊。另外你自己又没有受到特殊的伤害，所以你对他就产生了同情。再有呢，他有时候还会帮助你呀，等等等等啊，那就是这么来的。当然这里头呢，其实他有很多这个原因，不是这么简单。我查了啥情况呢？他那个事情本身比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要复杂一些，就是说73年啊，这个斯德哥尔摩发生一个抢劫案。有2个抢匪绑架了4名银行工作人员做人质，把他们扣押在银行的金库里长达6天啊。那绑匪呢就和政府和警察谈判，因为他们就马上就被警察包围了，要求警方给他们准备300万瑞典克朗的现金和给他们一辆汽车，让绑匪和人质一起逃跑。那警察方面呢，答应了给他们一辆车，但是拒绝让他们带着人质走啊，不准带人质，你们自己开车走就行了啊。这点呢，他绑匪就不同意啊。当然，像绑匪不同意也很可理解了，因为绑匪知道，如果他把人质放在同一辆车里，那你警察就不敢对这个车怎么样。如果分开了，你这个车虽然是警察给你的，你这个车就装俩绑匪，那警察他不是挨打你打你吗？他把你毁，他给你一炮不就把你毁掉了吗？所以他就，当然你作为绑匪，你可能也不同意，你觉得光让你们俩走啊，你要和人质脱离，因为你知道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得到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和人质
紧紧的在一起。如果你们一旦脱离了，也就是你作为绑匪，你绑的票给你脱离开了，那你就没有任何对官方就没有任何威胁了，那官方要收拾你这太容易了啊。所以你看，绑匪肯定不同意这一条，然后绑匪呢，就和瑞典总理打电话啊，就说我们提出的要求如果不能满足，我会把所有的人质杀死啊。那为了证明他说的话是说话算话的，他使劲掐住一个人质的喉咙，让这个人跟那个总理通电话那这个人当然吓得尖叫啊，吓得不得了啊。那警察当然总理他们就听到了另外呢后来总理还接到瑞典总理还接到一个人质的电话，这个人质就说对总理很不满，说你们对这两个绑匪态度太恶劣了，你们要赶快想办法让我们一块走嘛啊！你老这个样子，你还责怪总理啊！所以最后呢，就这么僵持的，所以僵持了5天多，130个小时。最后这事儿怎么了结的呢？那就是警方啊，在那个楼板那儿啊，打通了一个孔，一个洞，就通往地下室那个金库的洞。这样子呢，他通过那个洞口往金库里放催泪弹，这么一来你绑匪在里就待不住了，所以绑匪就投降了，然后四个人质呢也都获救了，就这么了结的啊。当然后来就是出现这个情况了，这人质获救之后，他们站在绑匪一边，他们说他们不怕绑匪他们还担心警察会伤害他们有两名人质后来还在审判绑匪的时候呢，出来给绑匪作证，替他们开脱罪责那个给总理打电话的那个女人质，她不是给总理打电话抱怨总理你不答应绑匪的要求是很不对的呀。那个女人质呢，后来还和一个绑匪多次见面，两家人还成了好朋友，这就成了所谓斯德哥尔摩这个综合症。那么你看这个情况呢，他其实这个我没有查到一些更多的一些详细的叙述。但你从这里可以感觉到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这几个人质他们要认为绑匪绑架他们有他的道理，人家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干的，所以对他们就做好本身有一定的同情，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当然他也没解释我没有看到有进一步的资料说这两个绑匪他们怎么样解释他们绑架的行动的，怎么样解释他们的动机但至少从别的资料显示呢这四个人质对绑匪绑架他们这件行为本身是有相当的同情，觉得他们是情有可原的，是迫不得已的才这么做的另外其实这里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整个过程中，在130小时过程中间，两个绑匪虽然对警方说，对瑞典总理说，如果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会撕票，但实际上呢，这两个绑匪对这四个人质没有人身的伤害，没有撕他们的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点就是四个人质认为这两个绑匪并不坏他们下不了手，他们不肯下手，到最后投降了他们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下，他们都没有下手这里有很重要一个问题呢，就所谓绑架这种事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绑匪没有撕票那你要换到很凶残的绑匪那得撕票了那这里呢如果只有一个人质，绑匪当然就很难办，你把人质杀了，那你也把自己置于死地，政府要收拾你就不投鼠忌器了所以你一旦杀了人质等于也就自杀，如果你手里只有一个人质的话你就没有和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所以你这个时候，所以只有一个人质你是很难办的你有一个人质，政府投鼠忌器不敢对你下手，
但是呢，他也可以不答应你的条件，因为你也不敢对人质下手，因为你知道一旦对人质下手了，你的讨价还价的本钱就全部没有了啊，你就使自己就置于死地啊。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有一个人质，你杀死人质等于就是自杀。那么这么一来，你想，如果你是个绑匪，你不管你有多少要求这个那个的，你会考虑啊，如果政府不答应你的要求，你怎么办啊？那你发现，你恐怕想到，除非你是犯了死罪，横竖都难免一死，那你也许会把人质杀掉。如果你不是犯了死罪，那你就想，哎呦，那还是我投降算了啊，因为我杀死了人质，到头来我就会政府就会把我杀死，我的命都会丢掉。反过来，如果我不杀死人质呢，我投降呢，政府当然会找我，会判我刑，但至少我能活命啊。所以你只绑架了一个人质，那么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没什么，就对自己你要想迫使官方要答应你的条件是很难很难的啊，是很难很难的。那这里很简单一件事，大家就是一想就可以知道的，就是说你这个绑架这种行为它有多大的效力和他绑架的人质的数量绝对是成正比的。如果你绑架的人质越多，那么你讨价和政府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就越大，政府就越难对你下手，就这么很简单啊。那我们知道过去很长段时间，在尤其是20世纪发生过多起劫机事件啊，我们看到相当一批劫机事件都成功了。为什么政府会接受劫机犯的要求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个飞机上人太多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啊。那你想想，如果政府不接受这个要求，如果那就机毁人亡。那无论如何，为了你政府为了惩罚这几个劫机犯，结果你就让几十个、几百个无辜的人死掉，你政府这个责任你政府承担不起的。所以我们知道到后来，很多国家都政府都规定的嘛，都告诉他的机组人员，如果飞机上发生了劫机，尤其是在飞行过程中间，你还不是在地面上，你还没起飞的时候，那另当别论啊。如果在飞行期间，如果遇到劫机了，很多政府都规定要求机组人员不要反抗，不要和劫机犯搏斗啊，把什么事答应下来。让这些人能够平安落地，首先让飞机能够平安落地，落了地再说啊。所以过去很多劫机案都很成功，就是因为他绑架的人质太多啊。这么一来，政府那就不是投鼠忌器的问题了，这个忌得太大了，他就不敢，他不得不答应一些劫匪的这个劫机犯的一些要求啊。那你想，就像911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啊。911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两架飞机这个冲撞了这个世贸大厦啊，那两个飞机就是恐怖分子他们自己进入了驾驶舱，要迫使这个驾驶员把这驾驶权让给他们。那你说这个在那个飞机上的恐怖分子也就这么几个人，你飞机上还那么多人呢，包括你机组人员，那为什么就老老实就让他去，就让这个恐怖分子坐上驾驶台呢？他就是这么想的啊，因为他们有这个规定啊，不要跟劫机犯去搏斗啊，你一搏斗了，那飞机砸下来，那不事儿更大吗？所以这么一来呢，劫机犯就恐怖分子就相当容易的、轻而易举的就坐上了驾驶台，那出乎机组人员和飞机上的乘客想象之外的是，这些恐怖分子不是把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当作人质，而是把你们当炸弹一块撞死啊。所以当时我就讲了啊，在911发生之后，我就谈到这一点，我就说，自从发生了911，恐怕以后世界上再没有劫机案了，没人能够劫机了。因为劫机事情能够发生，它就建立在劫机犯、被劫的人质以及地面上的警察、政府这三者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互动，有一种很微妙的
相互信任和对方下面行动的一种预期是和这个分不开的。嗯，那劫机犯他要必须要让被劫的人质们相信啊，你们就是人质，我们不是要你的命，我们就是把你当人质啊。那被劫的人呢，他要相信劫机犯就是只有这个目的，并不是要把他们致死，只是把我们当个棋子儿，当个筹码，并不是要我们的生要我们的性命。嗯，而地面上的政府也知道这个劫机犯呢，就是想得到他们的一些条件，并不是要把这些人都整死啊。这么一来，所以劫机才可能成功，所以机组人员和飞机上的乘客才不会起来搏斗，所以政府才也不会在地上发个炮弹把飞机击落。可是呢，你911恐怖事件就破坏了这种三方，就是劫机者、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以及地面上的政府警察这三方之间的这种互动，就把这个原来这个劫机之所以能够成立的三方彼此间对下面对对方的这个行动的这种预期，把这个破坏掉了。那这么一来，你想想，假如你是个劫机犯，你本来不得就想劫机，拿他做人质，非让人做个人质，要求政府答应你某种行动，或者是要求政府要求这个把飞机开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啊。那如果机组人员发现，以为你是恐怖分子，你要拿我们去撞大楼一块死，那他就给你拼命了啊。那他宁死也要给你拼命，都一样的嘛。他老老实实把驾驶舱让给你，那到时候是把他一块砸死，一块撞死，嗯。如果他现在跟你拼命，他人多势众，说不定还能制服你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被劫人质就不会甘愿当人质，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在当人质，他担心他不是当人质，他担心他是当人肉炸弹。那么这么一来，横竖都是死，那他就可以跟你拼了啊。而地面上的政府呢，一旦知道在高空啊有几个恐怖分子绑架了一座客机啊，而这个客机他不但这些人绑架分子。恐怖分子要把整个飞机把飞机上的乘客全部当作人肉炸弹啊，而且还会给地面上甚至给世贸大厦这么大的大楼这么多人造成更大的生命损伤。那政府一旦知道之后上面有绑匪有恐怖分子，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下令开炮把你飞机打下来啊。哪怕你这个劫机犯不是恐怖分子，你真就是个劫机犯，你就是想他要讨价还价，那你也不灵光了，因为没人信你，没人信你你是劫机犯，别人会担心你是恐怖分子，所以别人就会采取，就会一改过去，政府和机组人员和乘客对待劫机犯的一贯立场，过去一贯立场就是让你劫，嗯，等飞机落地再说，嗯，那他不相信这一点了。那么你想想看，一旦你要再去劫机，那机组上的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飞机上的乘客都会给你拼命啊，而底下的地面上的政府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开炮把你打下来啊，所以你想劫机都劫不成了啊。你劫机本来是吓唬对方啊，拿这个作为一个要挟，让对方答应你某些条件，那人家觉得你就是要搞一场屠杀，所以当然别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先把你灭掉，哪怕为此把整个飞机都牺牲掉，把整个飞机上的人一块打死，那也在所不惜，否则你让你去撞了大楼，那损伤更大，那一定政府一定会这么做啊。所以这么一来，你想想看，在911之后谁还能去当劫匪呢？当劫机犯当不成了，因为所有各方的预期已经变化了，这个变化一旦变了之后就再也建立不起来了。那这个话还真让我说对了，你看啊，那911到现在20年过去了，我们真是再也没有听到有劫机的事儿，真是没有听到有劫机的事儿啊。也就是你要劫机你就知道你搞不成，一定搞不成了，除非你本来就是想制造空弹，那你可以玩这一套，本来就是拼死啊。如果你没有那个目的，你只是把劫机当作一种手段啊，去向当局施加压力，满足你某些要求，那你知道这种游戏再也玩不成了，因为各方的心理预期都变化，它就这么个情况。那同样的，回到这个斯德哥尔摩这件事来看，就是
我们不要忘记，是两个绑匪绑架了四个人质，这你就很难办呢。如果绑匪向政府提出要求，政府不答应，那绑匪就可以杀死一个人质啊，杀给你看，我就杀了你，你答不答应？你再不答应，我杀第二个；你再不答应，我可以杀第三个。到头来，我可以全杀了。当然，他如果全杀了，那政府就不投鼠忌器了，你也等于就是自取灭亡了。但是他至少可以一个给他杀。那么你想，如果你政府，你如果你是政府，你这时候怎么办？他就威胁你，你不答应，我就杀掉人质。如果你依然不上步，不让步，而对方他就把人给杀了，就杀死一个人质，你说你怎么办？他杀死一个人质，就等于告诉你，他可以再杀第二个、第三个，乃至于第四个。既然杀了一个人，那么再接着杀人，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了。你说你政府让不让步？你政府不让步，他就可能杀第二个，就可能杀第三个，就可能杀第四个。到头来，你把这个两个绑匪全部消灭，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让四个无辜的老百姓死掉了，你政府肯定你这个很难交代的，人们至少会认为你政府很无能嘛。也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把那两个绑匪消灭掉。但是代价是让四个人质通通死掉，所以你想，如果那几个绑匪、那两个绑匪真是心狠手辣，他就可以杀一个给你看，杀一个给你看，你政府真的是很难办，真的是很难办。他杀你杀一个，你不让步，你不答应要求，我再杀一个，我再杀一个。你说你如果你是政府，你说你怎么办吧？你眼睁睁看几个无辜的人就死掉。你不，你家别人都会抱怨你为什么不答应吧？你为了这个四个无辜者的生命，你也该答应，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吧？无非要点钱嘛。这个四个人又不是要颠覆政府搞革命，又不至于那个样子，你为什么不答应嘛？所以别人一定会抱怨你。但问题就在于，这两个绑匪虽然绑架了四个人质，他有足够的讨价还价的本钱，有足够的可以实施威胁、迫使政府让步的手段，可是他没有用。他没有杀，他连一个都没有杀。那你说这个绑匪当得太窝囊嘛，对不对？你绑架是你绑架何苦来哉呢？你绑架的力量就是你敢撕票嘛。绑匪可怕就怕他敢撕票的他不敢撕票，他不愿意撕票一直坚持了几天，他都不撕票。当然你不敢说再坚持时间长了会不会撕票，反正至少100多个小时过去了，他都不撕票，一个票都不撕。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对那四个人质还没有特别的一些所谓虐待，那你想，你是如果你是人质，你也会觉得这两个人并不坏，这两个人并不是狠毒的人。如果真狠，他就杀我们了啊，他都没这么做嘛。所以单单是他两个绑匪手中握有四个人质，而一个都没有杀掉，那么如果你是人质，你自然就会认为。这两个人，你就会想，其实这俩没那么坏，不太坏。因此，当最后如果政府要审判他们把他们判以重罪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不公平你就觉得不，那人家不是那么，不是坏人，不是坏人总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做了这么一件绑架的事情，那都情有可原。你看人家不狠毒吗？要狠毒，我们早没命了。你看人家就没一直没下手嘛所以，我想他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条。就很重要的一条，就两个绑匪有四个人质，一直和政府和警察对峙了5天半，将近6天，而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质下手，最后一直到自己束手就擒，都没有对一个人质下手，这确实表明这两个绑匪不是那种真正的那种恶人，如果是那种恶人，他就不会。他就会动手了，他就会撕票了，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正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手里明明有四个人质，他居然都一个都不撕票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撕票，那你自然就会认为这两个人不是坏人，你就会这么想甚至对他们成了个绑匪被政府抓住审判，你会抱几分同情。如果你再对他们起初去绑架自己，在银行绑架自己，的理由
又有几分同情的话，那么你更觉得整个事情是比较情有可原的。你会对这几两个四个对这两个绑匪呢，会生出某些同情，甚至好感，这就都可能了，这就都可能了。那么因此呢，你谈谈这个情况，因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如果我们还原它的全部过程，就发现，当一个人质处于的那种情况下，他对绑匪没有仇恨，甚至有同情，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不是什么特殊的事儿。换成你和我，恐怕也会那么想，也会那么想的，也会那么想的。那个一点不奇怪，那是正常的反应，不是一种什么特殊的毛病啊。这和很多人受了共产党的迫害，还说共产党好，完全不一样啊。当然，首先一条，你看。这后来这几个绑匪都绳之以法了，都被抓起来了。你说现在有些中国人受了共产党那么多害，还说共产党好话，哪怕到了自由的海外，他也不给你投奔自由，还要说共产党，还要回去，还要说共产党，那都很可理解呀。那第一，虽然整体的人，比如毛啊、四人帮，也许都死掉了啊，但是毕竟还是共产党在台上，也就是他依然，你的命运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他控制的。你就和这就和两个绑匪不一样，两个绑匪后来已经投降了嘛，已经被警察抓起来了嘛，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是那两个绑匪真是很坏，原来整过你，你这个时候你为什么同情他？没有必要嘛，没有那恐惧已经不存在了，就现在是对方就像四人帮打倒了，大家就骂四人帮就没有机会了嘛，就没有人有机会了。现在有人机会还说共产党好的，他也只限于说毛好啊，说共产党好，他也不会说四人帮好，因为四人帮本身连官方那边都把他打倒了。这么一来呢，就是人们谴责四人帮是没有顾忌、没有恐惧的，因为四人帮对他们已经没有支配能力了啊。而你现在共产党还在台上，虽然换了些人，也许比原来要稍好一点，但毕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能左右你的命运，所以你依然是。生活在原来那种被他控制的这种条件之下，这就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一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关键一条是后来警察破了案了嘛，把人都抓起来了嘛，你已经获得充分的自由了嘛。相反是那几个绑匪是被放到被告席上去了啊，所以人家那四个人质对绑匪表示某种好感和你这些受了。共产党迫害，出来之后，还在说共产党好话，他背景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根本就不可以比嘛，根本就不能比，所以第一，我们还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全过程，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其实那斯德哥尔摩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换成别人处在那个人质的位置上，我们多半也会和人质想的差不多，这是很，其实很人性的、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么既然如此。是这么简单一回事儿，那你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把它乱引用，用来解释我们生活中见到一些由于受了共产党迫害，或者是受了谁谁迫害，而至今还要向他献忠心，还要说他好话，不敢反对的人，那就不伦不类，就是这个根本不能，那个例子根本不能说明问题，根本不能说明，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么说起来，我们以后再如果再考虑，再讨论。在分析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人受了暴政的迫害，还要说暴政的好话啊，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要再引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没关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本身就不是原来想的那么回事儿，把那个东西套在我们现在生活中，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件事虽然大家炒得这么热，这概念炒得非常热，大家都在谈，好像不谈就没学问似的了，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为什么要讲今天要讲这个事儿呢？我就要澄清这个问题。没这么东西。那么接下来就还有扯的问题还多了，因为我发现我们其实有很多很有名的一些所谓心理学的问题，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然是这种心理学问题了啊，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啊，都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在几年前，在心理学界就发生了一场地震，什么地震呢？就是一个很著名的，被学界多年以来作为一个经典的一个实验被否定，那就是斯坦福的监狱实验。这个实验
被后来被人们指控为是一个骗局。这个斯坦福监狱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1971年由美国的心理学家啊，他们领导的这个一个研究小组啊，一个心理学家领导一个引领学叫金巴多，他们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搞了一个模拟的监狱，进行了一场试验。他就于是样呢，就想来考察，人对于被囚禁的他会有什么反应，以及在囚禁的过程中间，那么对监狱的管理人员，他们行为之间会有什么影响啊？因此，他就招了一些在校的大学生，这个心理学教授招了一些大学生，叫他们分别去充当，一些人充当囚犯，一些充当看守员啊，我们就告诉呢，你是囚犯呢，你是管，你是囚犯啊，告诉那些管理员呢，看守人员是你们是看守人员，你们有权利可以虐待囚犯，你们想怎么虐待怎么虐待啊。那么当然他有一条也说了，不要在肉体上伤害，你别的可以虐待，比如骂他呀、侮辱他这些事儿都可以做，这就要求你们，就是。当看守人员啊，而让一些人另外一些学生呢去当囚犯，结果后来发现，咦，你看果然呢，那些被当成看守的那些人就真的表现出了虐待狂了。哎呀，哎呦，那对那些所谓囚犯的之恶嘞，那种对人的侮辱啊，就来劲的不得了。哎呀，简直是个坏人啊，一下就变成坏人了。而那些囚犯呢，哎呦，真的情感的时候一种莫大的创伤啊，有的人甚至都要疯了，都要叫起来了啊，好像精神都崩溃了。这就是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心理学家得出个结论，说环境能改变人的性格，谁只要有权利他就会滥用权利啊，他就把这种本来一个好端端的人，一个普通大学生，只要你让他去充当个监狱的看守员，他就会变得有了让他赋予他可以虐待犯人的权利，他就会滥用这种权利，他就会变得非常恶啊。所以他们把这种性格变化叫做什么？路西法效应，对，路西法效应 ，Lucifer effect。Lucifer 我们知道就是魔鬼的意思啊，因为魔鬼就是说他本来也是上帝宠爱的个天使，但是因为他跟上帝闹别扭，他堕落成了撒旦，成了魔鬼了。因此心理学家就从这个实验得出个很重要的结论呢，说环境能够改变人的性格呀，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上，他就可能变成真正的坏人呢，处在一个坏的位置上，他就可能变成坏人啊。这个东西当然这个实验在当时就引起很多争议，有的人就说你这个实验太不道德，你凭什么叫一些人去虐待另外一些人呢，这太不道德了。后来这个实验做了，这里没有持续的做下去，后来就停止了。但这个实验还是造成很大的效果啊，被写入很多心理学教科书，而且还把它拍成电影，拍成了纪录片，拍成了电视节目，到处去放。那很多人就接受了这个结论，就是人其实人把它放在什么环境之下，他就会变成什么人啊。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很容易变成魔鬼的。说变就变了，只要你把它放在那个位置上，它就变成魔鬼了啊，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可是后来，也就是心理学界就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个实验又不只是道德上有问题啊，你本身就是个骗局，就是个假的，那就你这个缺乏这个数据的支持，缺少说服力，你本身就是想欺骗。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把原来做实验的过程中的一些录音，一些原来没有发表的录音，有些录音当然发表了，作为资料嘛，已经发表了，作为这个实验的这个介绍。但有些呢，访谈没有发表啊，把那些没发表拿出来，发现就看呢，那个一个扮演囚犯的一个大学生，他不是精神都快崩溃了，我们都尖叫起来了，就问他，哎，你当时怎么会？那么精神崩溃了呢？怎么会叫起来呢？
那个当事人就说，他说，哎，我是把它当成表演呢，你们不是说，我觉得我这么做是，就是你们这个实验的教授，你们不是希望我这么做吗？你不是叫我当囚犯吗？你不是叫我扮演一个这个受侮辱的、受这个侮辱的这么一个人呢？那这个人这个受了这么多的侮辱，那我想他一定会发疯嘛，他一定会尖叫嘛，所以我就叫起来了。哎，他这么一说，其实他把他当演戏呢，他并不是真的受了刺激，并不是真的就是精神要崩溃，因为他觉得他以为他参与这个实验，他以为就是在演戏。就是在表演啊，我是在扮演你们教授们、心理学家们，给我指定的一个角色。虽然你们只给我安排了角色，没有给我安排剧本，并没有叫我什么时候，也没有导演叫我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闹，但是我觉得这是我按照我对这个角色的这个领会。我觉得我就应该，你骂我骂多了，那个看守长骂我骂多了，我就应该很悲愤，应该很气愤，我就应该很精神崩溃，所以，哎，他就这么解释的。哦，这么说，那你这个东西它不是真的，它就演戏嘛，它是装出来的，它并不是真的崩溃了啊。同样，那几个恶劣的囚犯也，那些看守也是啊，看守也觉得我没有变坏呀，我不是那么想欺负人的。不是你叫我当看守的吗？不是你说的，就只要不在肉体上去打囚犯，那可以尽量的去侮辱他吗？那所以我就尽量的去侮辱，我就那些脏话、那些恶话，我就都说呀，我拼命的说呀。其实我本来没说这话的习惯的，我更不会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说这种那么恶劣的话。但是你叫我当看守啊，你告诉我那些人就是囚犯，我就得把他当成囚犯。我就可以任意的侮辱他，那我当然我就会这么做了，所以这么一来，也就很简单，不管是这里头扮演虐待的一方，以及扮演被虐待的一方，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成为虐待，扮演虐待的一方，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成为虐待者，被虐待的一方也没有真正的感到他被虐待，实际上呢，没有人变成虐待狂，也没有人变成就是受，因为饱受虐待而精神崩溃，都没有，这事儿根本没有发生，只不过说各方面所有的人，他们都进入角色，他们都以为我们是做实验嘛，你不是就好比老师，叫我们演戏嘛，那我们就照着你演嘛，我们就这么来的嘛，就这么个情况。所以他说的是个骗局呢，他不是真的呀，他不是真的，他不是真事情啊，他并不表明那个看守就真的变坏了，他不是那个样子的，那个也不证明那个囚犯就真的精神崩溃了，他都不是那个样子的呀，因为这里头，你不管你科学家，你心理学家，你设计这个实验是怎么想的，你的意图是什么，也不论你怎么样跟参加实验的这几个学生怎么交代的。但是别人这几个学生是把它领会为一种表演，一种进入角色，一种做戏，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到头来，你由此引出的一些重大的心理结论，那就成了欺骗了嘛？你那不说明任何问题嘛？那就是演戏嘛？就这么回事儿嘛？所以这个著名的这个很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你去查网上一查都查得到，这个真是。曾经都很有名气很大的一个实验，斯坦福大学进行的，那就破产了，这根本是上骗局嘛，那和这个骗局类似的一个，大家恐怕就知道的比较多了，恐怕在座很多都知道，就德国拍布过一部电影叫《浪潮》，就《浪潮》这个电影呢是根据在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的一所普通中学发生的事情。一个高中老师要给学生讲授什么叫独裁，什么叫专制，他就发现这些学生都这个长在生活在自由世界，根本对什么叫纳粹，什么叫独裁专制一点没概念，哎，而且他们也就是没兴趣，他们觉得那都早是历史了，跟我们一点不相干呢。我们今天什么时候怎么还纳粹德还专制独裁呢？他这些老师呢，为了想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纳粹，什么是法西斯。
然后让他们了解，其实这些专制独裁离我们生活并不远哦。他就独出心裁的设计了一套课程，叫做法西斯速成班，设计了课程，那他自己扮演元首，然后就向学生灌输那套纳粹那套理念，强调集体主义，强调纪律，强调对各种异己的这种排斥等等。几天下来，五天下来，这个班居然就成了一个袖珍版的法西斯小社会了，很多学生简直沉溺其中，都差点都忘了这是在上课呢，差点变成真正的纳粹分子了啊！那很多人就得出结论啊，你看，你看，你看，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只有五天啊！那么这件事，《浪潮》这个电影呢，就是根据在美国加州一所高中也发生过这种真实的故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这真是个很令人警醒的一个结论。真是啊，我们别以为那种专制独裁专制纳粹法西斯已经远去，已经成为历史，进入历史博物馆，没有呢，我们就在我们生活身边，五天就到了，使我们进入法西斯只需要五天啊，就需要五天，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就由此得出的结论啊。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各位网友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查，关于浪潮啊，可以去查，是有这么回事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浪潮根本也是胡扯嘛啊。当然很简单，你跟从这个电影，从有中学发生过这种事情，根本推不出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这个结论。因为说到底，你浪潮你讲的或者那两个学校发生的事情，只是一场在教室里进行的实验，它和真实的生活是两码事，是两回事。因为同学很清楚他们是在做实验，他们知道他们是在过一种和真现实的真实的日常生活不一样的特殊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知道那个不是真的，也就是说那也是他们和他们真实生活不一样的。作为学生，因为老师本来就有权威，他们只是按照学生我们要听老师的话，我们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那不等于在生活中他们也会接受这些要求，也会那么去做。他们知道这就是课堂，这就是我们在做一场实验，也就是等于他们也认为这等于就是场演戏，这不等于实际真正的生活。不是，举个例，好比一对拍电影的少男少女，本来素不相识，可是按照剧本和导演的要求，他们必须互相说出很多很亲密的话啊，做出很多很亲密的动作，还做出很多这个真心相爱的这么一些表演啊。那等这个电影拍完了，这两人说不定真的就好了，这也有可能，对吧？真的好了。但是你能不能说这个世界离恋爱只有一场戏的距离呢？那不能那么说呀，你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即便拍了这场戏，这个一男一女本来素不相识的少男少女真的就爱上了，那你也不能说世界离真心相爱只有一场戏的距离，因为很简单，因为大多数情况不会这个样子。从一开始，如果这个少男少女这两个互不相识的少男少女，如果他们不是被安排拍电影，那么作为他们互相素不相识的人，他们一开始就不会讲出那些亲密的话，就不会做出那么多亲密的动作，也不会做出很多很相爱的那个表情啊。那么这么一来呢，那么他们当然就不可能相爱了，就不可能发生那个事情了。因为先是他们被导演要求啊做出很相爱的样子啊，那么他做着做着很多哎恐怕就动了真情了啊。但这个前提并不是说你的真情那么容易动，一场戏就动起来了啊。但你首先得有那场戏，如果没有那场戏，实际生活中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实际生活中你对一个不相识的人，你们彼此之间不可能互不相识，你们不可能一来就就接吻，就接吻，就拥抱，就说出那么多甜蜜的肉麻的话，都不可能的嘛。所以一开始不可能，后面的事自然就不可能了嘛。你们就不可能短短的时间就本来素不相识的人突然就相爱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就不说明问题，也就是这里头既然你们如果不是演戏，你们一开始就不可能讲出那些亲密的话，
不可能做出那些亲密的动作和表情，因此就更没有可能发生后来的一切了。后来你们真心相爱，那就不可能了。所以你不能由此来论证，来证明好像素不相识的一男一女只要通过一场戏就相爱了，一场戏的时间，不是一场戏，一场戏的时间，就变得真心相爱，你根本不能走这个阶段，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在做戏，就是知道在做戏，而且就是知道他们在过一种另外的生活，特殊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人的表现自然会，当然会不一样，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就推到社会，推广到社会上来，以为真实的生活也会这么做，不可能的，那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都谈论也很多，你看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的啊，是，而且觉得这个结论特别刺激啊，特别这个令人震惊啊，世界离独裁专制离法西斯只有这个5天，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人生活在实际真实的社会中，和这里很重要的就当人进入实验室或者进入教室，他们首先就已经知道他们在进入另外一种生活，他们被要求，被 老师被导演要求你做什么事，他们就知道那不是他们的真实生活，因此他们在这中间的表现就和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由那儿就直接推出来好像他们在真实生活中也会那么做，那不一定会那么做，而常常不会那么做，不可能的事情啊。这里就有很大问题呢，就是说你这西方心理学家想证明很多问题，然后你怎么想证明呢？你就通过做实验，可是你做实验这个本身就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就使它变得不真实，就使它脱离了真实的日常生活。这个拿人做实验和拿东西做实验不一样啊，你比如你是研究物理的啊，你或者研究什么，你是一个地质学家，一个矿石啊，在山上的一个矿石它具有什么性质，你把它拿回实验室它还是具有那些性，它不会因此而改变，它一样的啊。但是你一个人，你在真实的社会中，然后把你叫到实验室，对你交代你要这样你要那样，那你一旦进入实验室，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你就知道我是在实验室呢，我是在做科学实验的，你就抱着这么一种想法了，所以你的心理、你的想法、你的做法都和你没有被挑选为试验者、没有进入实验室之前是不一样的啊。你不是矿石，矿石在哪儿都保持它的原有性质不变，而一个人当你从你的真实的日常生活走到一个特殊的科学实验室的时候，那他的想法、他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就这么简单个事情，就是，所以实际上是这么来的，那和这个类似的很多，我觉得他们西方，因为我对心理学问题一向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很多西方心理学的一些学说、一些理论都站不住，就是他们没有估计到人，当一个人被你引入实验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环境，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就会不一样，因此你不能用他在实验室的做法、想法来推到社会上。你看，比如有很有名一个实验，这个是任何心理学教科书都免不了提到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就写的这个仇商，这个就讲那个这个仇赏的问题啊，这个实验也是这个美国那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心理学家啊，也是斯坦福大学的两个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那是在1959年做的，一个叫费斯汀格，一个叫卡尔史密斯，他们做了两个非常有名的实验，一个很著名的实验，就他们要求就受试者做一个很简单的、很无聊的工作，就旋转木栓。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叫你做这么一件事儿，做完之后，然后实验这个学者们、教授们就要求你呢，就是说告诉你，我们做这个实验的目的呢，是要研究这个个人的期望，会影响他的表现，要想证明
论证发现这么一个关系，那么下面呢，你们都做了实验了，你们都悬着这个木栓了，门口外头呢还一大堆人等着做实验的，我们就请你们去告诉他们说，哎，你们要做的这个实验，做的这个悬着木栓这件事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那么你去说服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一定的报酬啊。结果他就给这些人报酬，有的是给1美元，有的给20美元，给的有的给的低，有的给的高。然后受试就答应了，你实验者要求我们说好，我们就对外头人说吧，说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旋转木栓本来是很无聊的事儿，很单调无聊的事儿，但是说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哎，不像别人说的很无聊，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那就鼓励别人也去做实验，嗯，然后等他们说了之后，最后离开实验室之前，这教授叫他们填写一个问卷，就问他们，你们是不是真的觉得旋转木栓这个工作很好玩很有意思，你们很喜欢。哎，这一般人跟一般人推论的相反，那得到报酬比较少的人，只得了1美元的那些受试的人呢，反而常常会说，哎，我觉得这事就是有意思，是有意义，很有意义，并不单调，并不无聊。嗯，他们会表现得更主动更卖力啊，在填写试问卷的时候呢，他们会更认真的表示他们真的喜欢旋转木栓这件工作啊。可是那得到报酬比较多的，得20美元的人呢，反而没那么积极主动，反而在填问卷的时候呢，他就老说这个学生没什么意思，没我们不喜欢，我对他没有兴趣。哎，这就很奇怪了。哎，这个费斯汀格他们就是解释，哎，你说你得的报酬少的人，得的报酬得的多的人，你们应该对这个更感兴趣啊，给你们那么丰厚的这个回报，你们更应该说好话呀。哎，怎么你们反而不愿意说好话？那给报酬少的人为什么反而只能说好话呢？哦，他就这么解释的。那得了报酬少的人，正因为他得的报酬少，所以他们不会承认我们说这些话是被利用、被收买。啊，我们不是被收买的，那才1块钱呢，那能收买谁呀？你是叫我们去跟别人说这个工作很有意思，对不对？你后来给了我1块钱，那我说为了1块钱我就去告诉别人这个事儿很有意思，那好像挺不地道的嘛。所以我会说这事儿是有意思，是有意思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意思。所以后来填问卷，他也说这个事儿有意思。反过来那个得20美元的人呢，他知道，哎呀。我就出去说那么一句话，说这个旋转木栓很有意思，就给我20美元，给我这么多钱，那这是肯定这个不值当嘛。他反而觉得凭什么给我那么多嘛，这很可笑，这事挺无聊的嘛，怎么能值20美元呢？所以他们倒乐于在填问卷的时候说这件事没意思，没劲，没劲啊。得钱得的少的人反而容易在问卷上说这件事真有意思。得钱得的多的人反而会说这件事没劲，没什么意思啊。因此他这个心理学得出结论，就是说当你用提供报酬的办法来引诱一个人去说一些和他的见解不一致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换句话说，如果你想收买一个人去说一些他本身并不赞同的观点话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人他自己观念也会发生改变，因为他人不愿意这个显得自己是在被收买，所以他就会倾向于认为那是我真心话，那就是我真心，我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没有人愿意显得自己是被收买，其实你是在收买他啊，但是呢没有人愿意自己承认自己是在被收买但是呢如果你给的报酬少就比较得当，那么他更不容易承认自己是被收买如果给他太多了，哎，反而他比较容易承认，他真是，因为他知道那不值当嘛，你有无功受禄的不安，你要觉得你的钱是该得的，那钱反正又不多，那你就觉得，说那个话你就不觉得有什么难受之处，你就会替，也就是你会把那个情况下，你把自己行为合理化，就比较。心里就比较踏实一点，就不那么不安。你要得到的报酬太多了，超出你的想象了，超出你的预期了，你反而会感到心里不安。
你反而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不对头啊？你反而会那么想啊。就好比你，假如谁谁谁哪个领导哪个部门要求你去举报某个人的什么什么情况，你本来不喜欢举报的，当然他也说的有道理，举报他有什么好处？举报了，然后给你一定的钱啊，说你举报一次，你揭发一个什么问题，提供一个信息，我们就给你多少钱啊？五毛是吧？就我想五毛就是这么来的，给你五毛啊。那很多人就这么做了啊。那这么做呢，他不会承认我是为了五毛钱。因为那五毛钱也不多嘛，他就觉得那他也是该做的，有这坏事坏现象应该揭发举报的嘛，但如果你给他讲的太多了，那他恐怕就有点不好，心里觉得难受了。你哪至于不是五毛钱，如果500块、5000块啊，他就觉得这个东西这有点不对头，因为他很难用他做那么一区区一件小事情。去检举别人就能得5000元的报酬，你觉得这里头大概，这个肯定不对头嘛，所以你就很难解释，你自己都很难说服自己，你得那5000元是应该的，因此你就很难说服自己，你做那件事儿是那么正当的了，所以他就说这么一个道理。那这个道理，这个东西呢，他这个费斯汀格和这个卡尔·史密斯这个实验，在被公认。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上有开拓性的意义。那我研究这事，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就怀疑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他的结论就很怀疑啊。我说，因为我们其实可以对这个实验的结果完全给出不同的解释。就第一，因为受试验的人事先就被告知你是在从事一项很重要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件事本身就会让他觉得他在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不是说旋转木船这件事本身有意思，而是做科学实验这件事有意思啊。比如叫你拿一张纸，不断的画圈圈，你肯定觉得很无聊。如果科学家告诉你，哎，这是很重要的实验，我们要测验一个人，要测试一个人在什么什么状态下，怎么怎么有什么什么关系，哎，你觉得你就同样是画圈圈，很无聊的事儿，你觉得它有意思了，因为你这你在参与一项这个行为本身没有意义，很无聊，但是你是在参与一项。很有意义的一个实验，这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这就赋予你，使得这件很单调、很无聊的事，赋予它一种特殊的意义，因此你就觉得它有意义了。人是这么想的呀，没有人会认为旋转木船本身有意思啊。但是你一旦发现你是在，哎，你当然你不知道科学家做什么实验，但反正你知道这是在做实验呢。你会跟人家说，今天我去哪个实验室啊？那教授叫我做个什么实验？哎呦，很有意思。那什么什么就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不是？那事儿他觉得很无聊，你讲出来就，但是你觉得，哎，中间很奥妙，我这是做实验的，这是研究人类心理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呢，哎，你就觉得这个有意思了啊。那么得到钱的少的人呢，越是得到钱少的人呢，你越是觉得你这是你的工作所得啊，不是物质利益，不是被收买，所以你比较坦然，所以你就会认为这事儿就是有意思。反过来，那些得钱得的多的人。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工作不可能值那么多钱啊！你做科实验，那做实验，我得按照你的吩咐做一些事情，你给我报酬也合理，你怎么给那么多呢？那个东西，他人就会觉得这个他反而于心不安嘛，反而怀疑，哎，我就画几个圈圈，就那么悬赏不钱，真的值那么多钱吗？啊，有，我还以为你说你要给我那么多钱，我还以为多么了不得一件重大复杂的事儿呢。啊，就这么一破事儿，就给我那么多钱，这个东西咋值那么多钱嘛？你反而会觉得这个事儿没什么意思，挺没劲的啊！你回来，你出来之后跟你朋友讲，哦，今天我做实验了，给了我5000美元，给了我多少元，哎，我说这什么了不起的事？哎呀，就是画个圈圈，没意思的，其实没劲的很。你一定会这么想啊！如果给你少，你反而会觉得是，哎，这事儿很重要。你看，我去做实验去了，你这事儿讲的特津津乐道的，虽然你也不懂别人在做什么实验。但是你以为这是在参与一项重大的科学实验，哎，所以你看做那么简单的事儿还给我点报酬，如果你要得到报酬得太多了，那你就觉得你这个做区区那么一个小举动，怎么值那么多钱？那这真有问题吗？有毛病吗？所以你反而会想法不一样，也就是回到头来，你从这个菲尔斯汀和这个史密斯的这个实验，著名的这个实验，叫这个酬赏短缺心理学，就是给报酬
给这种这个报酬，如果给的少点反而人们还会去认同你做的事儿；如果给的太多了，人们反而不去认同。就这么他讲的就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从这个实验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浪潮，就是老师在中学课堂里做的实验，还有斯坦福的监狱实验，我认为他们都站不住脚，就在于什么地方呢？他们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西方的心理学家他想做实验，想了解人在什么环境下会做什么事儿，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他们想研究这个问题，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人和人之间会怎么样互动，他想了解这个问题，因此就做实验，就设计一种场景，让一些人来分别做这些事儿或者做那些事儿，但这里有一条呢，就是这就是你西方心理学的一个做这种实验的一个天然的困难，因为你们不具有对整个社会环境的全面控制的能力，你只能设立一个特殊的实验室，一个特殊的小环境，让人们进来，去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既然你是一种特殊的人为的一种环境，而是叫人们别人来进来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这就和真实人在真实的社会中，人就不是扮演角色，人就是处于那种位置，他们的想法、做法以及他们之间互动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而你西方学家，你要说，所以你要说人在什么情况下有什么反应，我说最你看中国，看中国最好，因为中国这种控制是全方位的。你看中国过搞各种各样的运动，各种各样的大事情，我们就清楚的看到人的心态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啊！你看六四之前那人那么多人这个踊跃上广场啊，出生入死还都是而且表决心啊，就是不自由勿宁死。怎么枪声一响之后，同样这些人呢，怎么就鸟兽散了呀？那你就可以研究人在什么状态下啊，他为什么在有些状况之下，同样一些人，几天之前是那么一种高亢的状态，几天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种心态了那么这种情况，你中国是一种大的实验场，因为它是把有些环境，有些是它是整个社会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使得每个人的存在、每个人的处境都有极大的变化。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间，人和人之间人的心态的变化，人和人之间交往的变化，那就显现得非常清楚，就显得非常真实。如果你去模拟它，把它搬到一个社会去，把它搬到一个实验室，搬到一个课堂里，那就完全走调了。因为人们知道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这是教室啊，我们是在演戏呢啊。就和你真的出了那种环境，当然有些演员他会琢磨这个角色的这个。去不断的去揣摩角色啊，把它演得挺逼真，挺逼真的。但是我们知道，任何演再逼真的演员，他一刻也都没有忘记他是在演戏呢，他知道他是在演戏啊，所以他和一个真实的反依然是不一样，他是模仿，按他的想象去模仿，和一个人真正出现的环境下啊，他是不一样的，真实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嘛，就是你不素不相识的一对少男少女，平常你要叫他们就短短几天之内就陷入热恋，这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啊，他们素不相识啊，而你给他创造一种特殊的机会，叫他们分别扮演某个剧的男主人公、女主人公，让他们一见面就说出很亲热的话啊，就做出很多很亲热的动作，使他们有高度的近距离的这种接触啊，而这个呢，在两个素不相识的少男少女本来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在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的，你是把他们弄到导演弄到荧光屏下，弄到这个弄到那个镁光灯下了啊，叫他们这么做，而他们这么做后之后果然还产生了某种效果，说真的就彼此就熟悉了，就相爱了啊，假戏成真了啊，但假戏成真毕竟它是由戏变过来的啊，而你生活本来它不是一场戏。所以有假戏可以成真，并不能推出他那戏里发生的事就会变成真实的生活
而人的生活就是戏，它就是还它不是戏嘛，它毕竟不一样的嘛，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西方的很多社会心理学，你看看你就知道，嗯，它真不，当然它肯定不算严密科学了，就是它很多推论，它关键一条，它现在它一定要做实验啊，而它就没想单单是做实验本身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啊，当一个人离开了他的日常生活，进入到别人设计的一种试验，那本身就是一种改变，本身就是他的心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啊！你在实验室里按照研究人员的要求去做某种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你的行为你的感受是一回事，而你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去做一件事，你的行为你的感受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很多西方的这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他们做的社会科学实验，由于就是忽略了这种变化和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呢就不见得就靠得住，所以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嗯，那反过来呢，你要真想了解人类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产生心理会如何变化，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什么变化，我想那你像就考察社会本身，而不是把它搞一个实验室，搞出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就考察社会状态本身啊。你西方，你在美国，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的行为是怎么样改变的。因为特别是美国，美国是现代化国家中是走得最远的，很多事情都是在美国首先发生，那人和人的关系就会变得和原来不一样，嗯。那么也这个人的心理啊，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呀，啊，就会变得不一样。那同样呢，中国呢，因为政治运动频繁，各种事情变化太大，而整个政府、整个政权、整个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对人的控制力太强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人的在不同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人的心态发生变化也显现得特别清楚，因为它变化太频繁，对照太鲜明啊。你想过去多少年，过去毛时代的时候人是怎么想事的，人和人间是怎么交往的，毛以后又是怎么样交往的了，同样一个人你就发现他在他的一生中，像我们这代人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么几十年中，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的心理状态等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啊，以至于我们都，所以我老讲了，我们的一生不是一部长篇小说，是像好几部短篇小说互相不连在一块儿的，除了主人公的名字是一样的之外，很多事都不一样的，前后整个背景不一样啊。然后呢，我们自己的想法也不一样，虽然还是这些人，但想法会不会大不一样啊。那么所以成了一个天然的最大的实验场，中国就成了一个天然的，美国也是个天然的最大的实验场，因为它就试验了很多现代的东西，很多人类第一次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面临的很多问题是在美国首先发生，因此美国人首先感受，因此首先表现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反应，嗯。那你中国呢，是因为这个政治运动频繁，由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对人的全方位的管控，这样子也使得呢我们更能看得出来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会怎么做，换一种什么环境下人又会怎么做啊，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因为它发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这么大的变化了，是同一个人他能保持前后的这种对照，过去很多变化是发生在几代人之间，所以人们就不会把它联想起来，不会对比，你现在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同一批人身上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那你想他这种他更容易对比，更容易看出中间的变化的轨迹，所以更容易从中总结出一些真正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规律，一些定律，或者说一些常见的一些因果关系，一些关系啊，一些脉络啊。相反，你要像西方这些心理学家那样子，这个苦心经营一个特殊的环境，然后叫一些人来充当受试者啊，然后你试图从中引出一些结论，那这种做法本身，因为它已经就意味着你离开了实际的生活，那就意味着你这种做法本身就使你得出的任何结论就变得就恐怕就靠不住了，就是这么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谈的，当然我觉得，所以我回到现在来呢，那我觉得因为我们很在谈了很多问题的时候，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的，有些什么心理，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什么一个浪潮就来，什么世界离法西斯专制只有五天呢、啊？这东西、看来好像有理有据的，好像来头挺大，挺有学问的。其实你仔细推敲起来呢，那真还不见得站得住，真还不见得站得住。那么这么一来，所以回过头来，如果要从中，如果我们要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第一，我们就对那些哪怕是很有名的一些所谓心理学的试验，抱有一种质疑的态度，首先就要因为他们是实验，因此他们的结论就不见得靠得住啊。而人生和实验是两回事儿，这个人生和舞台和戏剧是两回事儿，一个道理啊，所以那就不见得靠得住。反过来，如果我们有兴趣、有愿望去了解人的心理，了解在不同环境下人的心理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什么变化的话，那我想更多最好的办法是观察分析我们的生活本身。这个我觉得，而我们的生活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足以让我们在中间能够得出很多有意思的结论的啊。而通过这样子从我们实际的生活出发去了解去分析各种心理学的问题，我想不但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求知的这种欲望和乐趣，另外它确确实也对我们理解社会、理解我们自己都很有帮助啊。反过来，你看有些这个教科书，哪怕是西方这些教科书这些说法呢，其实由于他们脱离了这个这么一个真实的背景，反而我觉得其实是他们的价值是其实是还是相当有限的啊。今天我就先谈到这儿，这个话题恐怕跟我们原来讲的话都很不一样，也许有些网友会比较感兴趣，下面请导播问这些网友，看哪些朋友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啊，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呀、我们可以这个讨论讨论。好，谢谢导播。哎，胡平老师好哈，我非常感谢你啊，你选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题目哈，这个频道的管理员都非常清楚的记得哈，我们就同样这个话题，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和这个频道的管理员以及其他的朋友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辩论哈，我愿意在，因为那是私下的辩论，我愿意把我的一些观点哈跟胡平老师交流一下哈，请教一下。我不知道你们讨论过这个问题，真的讨论过，这个观点都是证明啊，所以说您选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题目哈。其实这里头它实际上是一个，我认为这个词汇是一个社会文艺学者制造出来的词汇。就是我发觉，因为鉴于这个就是文字对社会的影响，我认为现在社会出现了两批人，一批叫我把他们叫做社会文艺学者，一批叫社会科学学者，就是社会文艺的学者，他更多的是从情感，从那种就是直觉，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个社会，他们很有感动力，普通的大众特别愿意接受。其实传统上来说的话，中国自1547年以降，大部分的知名的社会学者都是社会文艺学者，他们基本上都没有科学素养。我没有任何贬低他们的意思，对，我只是他的论述，就是说上一句和下一句有没有因果关系，对，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视角来看，如果不做强因果联系，就是必然或者大概率联系的人，这些人的表达我都把他们作为社会文艺学者，他们是需要的，就跟文艺作品需要的，是就是这个世界需要文艺作品，需要想象力，需要输出感情，需要有同情，需要有同理心，这些都要啊。但是如果让他们这用情绪来指导社会的发展，千万不要相信他们。对对啊，不，
那么另外的一些学者呢，就是说他愿意有因果关系的，我把这些人叫做社会，他至少把社会学当做一门科学的人，他在意他的上一句跟下一句有因果关系的这些人呢，不管他做的好坏，他有这种企图，我都把他叫做社会科学学者。对，这是完全的两类人。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这一段时间来讲啊，比较红的一些人啊，我们历史上能不讲啊，太远了啊，我们讲近期的活生生的人。比方说在我看来，崔永元、方方、张一和这些人就是典型的就是说社会文艺学者。你说他们是不是学者？他们很有知识，你至少得承认人家是学者，对不对啊？但是他们更多的是文艺情绪来表达社会，是吧？那我们如果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分野以后，就非常清楚了。就这个词汇属于社会文艺词汇，它在社会科学上没有任何典型性啊。那么我说它是某种，我如果来描述它，它是对一种文艺词汇来描述什么呢？就是人和人在强弱相处的一种状态。嗯，强者处于有利状态，弱者处于必须做跟强者合作的状态，而且不得不合作的状态。嗯，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我们生活常态。对，我们不要假装自己是强者，我们不是强者，我们大部分是弱者，我们少数人是强者，这是个社会事实。我们生活当中不停的要和强者合作，如果我们自认为是弱者，我们要和我们的周边的老板合作，上我们要跟我们的就是说强势的优势的竞争伙伴合作，我们甚至要夫妻之间都有强弱的要合作，对不对？我们和这个整个社会制度要合作，对吧？那还有一个，我们出去，比方说我们哪怕出去是去参与一个商业服务，比方这个商业服务它在那个时候它虽然是完成服务的状态，比方说它是一个强势的服务状态，对不对？你必须服从它那个商业规则完成这个商业服务，都是它是强势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然后你看看，这时候你再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词汇抽出来，你发觉它是没有边界的，它是没有边界的，对不对？那么说这个施害者和伤害受害者他的边界在哪里头？还有一个，你认为他脱离了自由，某些人他因为自己的认知的问题，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自由，什么样的选项对他最有利。我们假设这个名词的设计，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而且是充分智慧的，比方说什么时候是脱离了危险，每个人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远远的看到警察觉得他脱离了危险，有人觉得那警察比那个坏蛋远得多啊，那我还在坏蛋的控制范围内啊，对不对？那么这里头涉及到很多的，就是我们把人简单化了，人不是一样的人，在同样的处境下人具有不同的判断。所以说这个词汇的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粗糙没有边界的词汇。而这个词汇为什么被这么广泛的滥用呢？因为它好用，它使你站在一种道德感、正义感、智慧、理性的角度。你看没有，我们特别是那些就是喜欢西方就是听西方的吧，这些人不论是民间的官方的，特爱用这个词汇。为什么呢？他们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正义感，获得了一种智慧。事实上没有，这是个非常糟糕模糊的词汇，我从来不用，我只用来批评他。我用这个词汇的时候，我唯一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就是批评这个词汇以及批评使用这个词汇的人。因为当你用那么粗糙模糊的词汇作为你的论述的方式的时候，你伤害的，你不但是伤害了这整个讨论环境，因为你事实上在骂人。在我看来，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跟三字经没有区别，你们全家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没有意义。对，它实际上是一个有侮辱性的词汇，知道了吧？所以说它使你落入了一种幻境，就觉得我很聪明，我懂西方的理论，我懂社会学。不是的，完全不是的。所以说我从来不用，我只是批评使用这个词汇的人。为什么呢？我需要的是严谨的社会科学形式的这种辩论。我们要使用精准的词汇，我们不要用这种情绪化的词汇。而这种情绪化的词汇很多，最近都在发明，比方说内卷化呀，什么社畜啊，这都是为了制造一种就是说假装的平等。我们人活在不平等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人之间不平等，有些人就试图制造这个词汇来给人一种幻境，就是人人是平等，人人是不平等。我们要脱离这种幻境，回到真实的社会当中去，
清楚的看清自己，清楚的看清自己周围，选择最佳的路径，这才是这个词汇未来的走向。就是说一个人你依据自己的条件选择在真实存在的选项，而不是在更脱离现实的选项当中去选，而是在真实的选项当中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路径，这才是这个词汇可以演进的方向啊！谢谢啊。嗯，谢谢谢谢你刚刚讲的，最后就非常有意思。哎，你们原来还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惜我不知道。哎呀，这是，你说这有一个确实的时候，就是我们国人谈问题，就是文艺性特别强啊。在这个，就古人早上也就是批评我说我们过去跟中国人写的那文章，就是文通理不通，就这个意思。文是通的，理道理不通，也就是逻辑关系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你的他文章的气势啊，那个节奏啊，然后化解的那些意境、一些联想，它有相通之处，所以我们读起来摇头晃脑，沉浸其中，觉得好文章不得了。但是他没有把道理说清楚，因为他一个句和一句话这缺少那种就是很坚硬的那种逻辑关系、逻辑联系。就像你刚才谈的，他没有一种很明确的一个因果关系的联系嘛？从头一句话怎么就引出第二句话来了呢？他说没有的。但只是他语气很连贯，说起来一口气就说上来了啊，说起来很舒服，就是你常常给人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它更多是一种文学性，它而不是一种这个就跟古人批评孟子一样的，就是说以词害意，就是说孟子文笔很有气势，是的，道理讲不通，哎，古人就看不起孟子，你知道吧？孟子是很晚推为圣人的啊，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哈。那另外，我想补充，排外人只有一个，那我就快速的补充两点哈。第二个就是人的心理弹性超乎我们的想象，就像刚才胡老师说的一样，人在一个人适应一种非常极端的环境，两端极端，极端舒适，极端艰苦，人都能活下来。所以这里时候的心理变，这时候的人的心理变化的这种复杂程度，不是简单的一两个理论能够总结的啊，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总结，但是这个总结要非常的谨慎，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注意到没有，因为西方它以创造为正确，不是以创造为什么哈，现在是过度的赞美创新，就说造新词，扭曲的创造新的理论，是西方流行的东西，就使得学术和社会完全脱节了，特别社会科学和社会的学术，社会学的学术和社会完全脱离，完全不能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所以说看那些理论，我就觉得我们为什么经常会说老话说，就会发觉我们现在这些新潮的理论根本不足以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还不如用一两千年的老话说还有效一些，就说明我们的社会学的学术已经基本失效了。我可以说他们95%以上的内容是失效的，毫不为过哈。谢谢，我就放麦了啊。好，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有时候就提出一个概念，提出一个词啊，那大家就觉得好像就是特有学问了啊。他常常结果呢，反而他不但没有起到这个引导人们思考的作用，反而起到一个就是代替人们思考的作用。好像什么事儿一搬出那个词儿来啊，他人本来遇到很多问题，他天生的人会有求知的欲望，有对世界有解释世界的这么一种冲动啊。遇到很多事儿，人免不了会想的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会有这种想法。可是，一些这种表述就给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啊，然后他们把问题反而给封闭起来了，反而妨碍了人们的去思考啊。哎，那个我是可以说了吧？嗯，哎，好，请说。胡老师您好，你好。那个今天听了这个心理学的这话题，我有两点想说的，然后后面有人排队，我尽快吧，当然可能有点长，我尽量简短。好的，那个。嗯，一个是说，其实就是讲这个您讲的这个很多心理学方面的实验，其实实验本身这个动实验这个事情本身就干扰了它的结果。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您讲到了这个什么哪儿的监狱实验来着？我不好意思忘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对，这个我记得同大概比他可能早个几年。嗯，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实社会心理学实验叫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嗯嗯就是这个就是说
好像说是找一些人扮演老师，其实没有人扮演学生，好像学生都是装出来的。对，那个扮演老师说就是扮演，这就是说说告诉你你在参加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什么呢？是这个体罚对学生的这个，哎，对于关于对提升学习效率的一个实验。嗯，然后就是说，就是说，好像看小给批小批这个小孩的这个卷子，然后你说好像说哪道题错了，你就摁那个钮，那个钮是电机，然后多少伏，好像从最低的几到一直到最高450伏，好像是这个有个几档，然后这个好像说参与实验人有相当一部分的人都用了超出安全范围的这个电压，然后其中也有的人就说这东西靠不靠谱，就是跟工作人员说我要求停止实验，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工作人员说我帮你确认一下，没事儿没事儿，你继续，然后这帮人也就真的继续了。对，这实验本身如果按照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确实是有他不靠谱的地方，就是这些人知道自己在实验。对。但是这个事儿，我这个实验，我为什么把它单拎出来说，是为了引出我接下来两个话题，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就是可能说，如果说这种具体的社会学实这种心理学实验不靠谱的话，那么思想实验，一种纯思想的不可以在线的实验，纯思想实验，有多大的价值呢？因为这个，因为有我年纪，我这人年轻嘛，我今年30，我这就是经常打游戏，这个。有个游戏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本身我觉得可以作为，你可以作为小说，也可以作为一个思想实验的内容来看。哦，就是说那个，他这个故事原型就出自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哦，就是说假设有，就是在核战争之后，这个有人类躲进了底下的避难所，地下的避难所。嗯，然后这个避难所呢，由这个一开始是，当然他有一个所长，有一个所长来管。但是过了一年之后，突然间这个避难所的这个电脑系统跟这个所长说，我们这儿有个规矩，你每年要选出一个人来，这个被我们杀掉，被我们机器杀掉，否则的话我杀掉你们所有人。然后这所长就这个他就大义凛然，他自己去当了第一个送死的人。但是这个问题来了，第二年以后怎么办？所以这里头。这个很快这个避难所的人就分裂成了几派，最后他们这几派之间妥协达成一个规矩，就是说咱们每年选一个所长，所长任期一年之后他去死去。然后这个规矩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直到有一天又有一个事儿打破了这个循环，就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女人，她为了这个她杀了一个试图侮辱她的一个人，然后作为惩罚我把你选成所长。结果这个女人一上台干了一件事儿，就是说我改规矩了，以后去死的那个人由电脑摇号产生。结果一下子就乱了套了。这个因为这个多少年以来，这种一切这个社会生态都是围绕着这个制度产生的。今天这个制度它突然变掉了，所以这帮人就打起来了，说哇你怎么能这样呢？然后这帮人互相的打起来了，打到最后就剩这几派互相掐，最后就剩下了五个活下来的人。然后这五个活下来的人跟这个机器说，我们不选人了，有本事就把我们都杀了吧。结果这机器突然说，恭喜你，那个你帮我们完成了这个，我们这是一个社会实验，我们就是要看你在面临这种情况下，你要这个你们能做到什么样啊。那个好，那现在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离开了。然后这五个人听到这个之后就全傻了，说没想到这么多年来这个实验出了这么一个结果。最后这五个人自杀了，活不下去了。这个东西可以作为一个，因为是一个游戏的桥段，可以作为一个小说，也可以作为一个思想实验。就是我想说，就是说这种思想实验，它的可靠程度相比于您刚才讲的社会心理实际上的这种实际操作这种实验，它自然是有偏差的。那么这种思想实验它的可靠度，有多高呢？一个是这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还是回到刚才我提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我为什么提他？因为他真的影响到了一件大事儿。就是很多当年参加过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的人，后来他们就是说给这个实验的组织者，据说还写信说这个啊，感谢您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强权的统治下，这个人可以服从到什么程度？我决定我要去反战，因为当时刚好是越战嘛，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真的。我不好说它影响有多大，但可能
这个事情在当时那种环境下真的相当程度上的影响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气氛，是是，然后进而可能就是对越战的结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我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认为就是在现实社会中这对这种看起来似通半通，看起来好像通时又不通的这种事情，对社会它的危害，它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危害？我就说这两点吧。您这两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第一个呢，关于思想实验呢，我觉得它当然有很多思想实验。我知道现在特别一些科幻的小说啊、游戏中间这种东西特别多啊、因为既然是科幻嘛，那怎么想都行，他就不想写一般的写实的小说，就是他给人的空间很大，他承认就能够给人很多启发。但是他比我觉得和那些一些教授们做的心理学实验不一样的，因为心理学是他好像给一种科学，这是科学，这是实证的结果啊，这是有 data 的，那是好像他就有一种权威性啊，因此就让人家就是好像就必须要对他这个毕恭毕敬。而你这思想实验呢，那因为大家知道你的思想实验，所以就人就不会就不加思索的就把它接受啊。人不会说哦，哪个游戏这么说的，好像把这个当成一个论据，然后就把对方说服了。但是你要说啊，谁啊，那斯坦福的什么监狱实验证明了什么什么，对方就哑口无言了，觉得你太受权威来了，那人家就不敢说话了，就觉得这个事儿他就有这么个区别。所以那种思想实验，他在这个意义上呢，他就不会产生那些所谓心理学实验造成的负效果啊。你要心理学实验，你如果不把它当成一个所谓科学，就有一种实证的这种权威性，不这么看它，那它本身说不定也还是有些启发意义，那也没什么坏，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思想人至少它没有这个坏处，所以有它可取的一点。它有时候中间我发现它有时候也会引出很有意思的考虑，就像那个电影，我们在座恐怕很多看过啊，就是那个《魔鬼终结者》，对吧？恐怕很多人都看过啊。那不是就是说，大概是坏的，这个坏人啊，他们呢要就是知道，一个好人在未来的一次和坏人的这个战争中，是个领军人物，打败了他们坏人，然后就趁着这个好人还没出生，他妈还是个年轻姑娘的时候，就派这个机器人回到过去，把他妈给杀死，结果呢，好人这边呢，赶快也派个人去保护那个女人，等等，不，对吧？他不是就这么一个故事吗？就是坏人知道了某一个好人在未来的某一年会成为一个统帅，率领好人打败我们坏人，于是他们有就是回到过去那个本事，他们就回到若干年之前，那个小孩还没有出生，就把他的妈，当时还是个姑娘，把他给害死，这样子不就免除了以后若干年之后这么一场好人打败坏人的战争了吗？然后好人这边呢也派出一个人去保护那个女人，就这么一个故事嘛。但这个故事反过来也挺好玩的，就是说，这里是坏人知道一个好人将来会是他们的对头，会给他们造来很大的危害，因此趁这个好人还没有长大成人，还没有做那些损害你利益的时候之前就把你害死，甚至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把你妈给害死。这种事能不能倒过来呢？能不能好人我们预先知道某个坏人将来会对人类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就趁着他还没有成为那个坏人之前，还在小孩的时候就把他杀死，或者趁着他妈还没生他之前把他妈给杀了。就比如说啊，我们知道毛泽东，知道希特勒造成人那么大的危害，假如我们有本事，我们能够回到过去，我们先把他妈给杀了，那他就没有毛泽东了，那你没有文化革命，没有后来这些事了，我们先就把希特勒的妈给杀掉了，那你二次大战都没有了。你能不能这么编个故事的？你发现就不能，你发现就这么不能，因为这个你就跟人的道德感发生抵触，因为人们道德感自然会想，哎，那他妈是无辜的呀。尽管有了他妈才会有希特勒，有了希特勒才会有后来的坏事，但是你总觉得当一个人还没有做坏事之前，你就哪怕你有未来先知的本事，
你就把他杀掉，这总还是说不过去的。坏人可以这么干，坏人可以这么干，啊，所以他叫坏人呢，对不对？坏人，好人不能这么倒过来这么干。也就是说，你就有个道理，就是正义总是后发制人，啊，对不对？总是后发制人。我们俩闹别扭了啊，那我只能是采取个，啊，互相都有敌意了。但尽管如此，我在你没有对我做出伤害之前，我是不能伤害你的啊。我除非是在你伤害了我之后，我可以报复，我可以，这是正义的报复，我可以报复你。但是我不能先做这种事儿啊，不能预防性的先做掉。也就是那个机器人，就是那个电影《魔鬼终结者》，你不能倒过来写。你要倒过来，他当然他做的也许没想那么多，但是他反正就那么写过来了，大家就跟着就想，也不去考虑这个事情。剧本如果翻过来写又会如何？那么反正就人就过不了关，人就不行，人就不就。当然第一，人没有未来先知的本事，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不可能把毛泽东的马给杀掉，不可能把希特勒的马给杀掉，但是呢，你说假如可能的话，那你发现也不能那么做。好人不能就好人不，哪怕是毛泽东小时候，人家不是小孩吗？挺可爱、挺聪明小孩吗？你没做什么坏事，你怎么把你杀掉了？那还是不行的，那还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得等一个人做了坏事之后采取惩罚啊。所以正义他总是后发制人的，总是这个样子。你魔鬼终结者，你就是搞先发制人，你还没等别人成坏人之前，你就把别人给除掉，这个东西，这个。打个颠倒是在人类是过不了关的，一个跟你道德感是相抵触的，这个你看他也是个纯的一个幻想的故事，而那个幻想其实不合逻辑的地方很多，但是他其实也包含这么一，你可以引出这么一些有趣的道理。你的思想实验，我觉得他多半就这么一个情况。另外，你刚才谈了，包括一些心理学实验的，包括你谈的那个，他们有没有一些好处？当然会有一些好处的。会对人有些启发，就跟演戏一样嘛，就跟电影一样的嘛。他很多故事都是假的，甚至童话、神话的更是假的，而且人知道它是假的，但是依然会对人的这个陶冶他的性情啊，提高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对生活的领悟啊，甚至潜移默化的对他的道德观的塑造都会起积极作用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都很清楚，你童话就是童话。神话就是神话啊，它和真实毕竟是不一样的，这个还是要区分开来啊。这不等于否认它的积极意义，这，对吧？好了，看还有哪位朋友有什么？胡平先生，胡平老师好。你好，你好。是这样，就是心理学不仅仅建立在实验基础上。嗯，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统计学，嗯，或者心理统计学，是啊，对现实的人的行为进行观察，然后呢进行统计啊，因为人的行为本身非常复杂，嗯，当然这种复杂是源于人不同的成长背景，甚至是基因的遗传特异性，所以心理学实验呢。并不是说没有效果，心理学实验揭示出一个实际的问题，但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就会变成，就是所有人都要进行选择的一个行为结果。嗯，我举一个例子，嗯，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他。一生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叫做道德发展心理学。嗯，简单说呢，就是如何提升人的道德水平。嗯，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或者对于其实际上对于很多民族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敏感的事儿。嗯，因为中国人也强调，儒家说人人可以成圣人。佛家说人人可以成佛，那么到底这个道德是怎么去发展的？对于人来说是如何发展的？科尔伯格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称为困境，尤其是对两难问题的这种判断，他在他的研究早期呢。做了两个很重要的
工作，一个呢就是道德训练的实验，嗯，我们也可以称为道德训练的实践，嗯，因为这个实验呢是一个非常这个实践过程非常长，嗯，大概进行了，就是他在博士论文期间就做了7年，这个实验，后来这个又继续做了10几年时间，嗯，同时呢还做了一个统计学的研究，就是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全世界，大概他们参考了10个民族不同地区的，从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亚洲很多样本，大西洋的、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岛国民族，我记得看到好像60多个这样的样本做的统计，抱歉。喂，能听到吧？能听到，那么他给学生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学生做实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给你一个两难问题，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汉斯买药，汉斯呢是他讲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或者叫海因茨，听名字是一个德国人，他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他的妻子得了重症，癌症，绝症，当时只有一个药剂师，用放射性元素生产的药物可以救他的妻子。这个药物的生产成本，原料啊等等，生产成本是200块钱，药品的销售价格是2000块钱，但是汉斯呢只有1000块钱，那么现在汉斯就要有一个决定，汉斯是偷药，还是不偷这个药，他让学生去做判断，对，先说yes or no， 然后问 why， 为什么，你要给一个理由，对，他通过这个一共有20多个这样的问题啊，对学生的不断的这种训练，然后呢是学生在这种就是这是一个道德困境的，在这个道德困境问题的训练上，不断的强化，然后呢，最终，因为他这样的实验呢，有对比组，控制组啊，比如说这个其他的学生没有做这个，或者其他的学生只做某些阶段的，那么去观察这些学生最后的，这种发展的水平。如果说是道德发展水平的话，我们经常认为不好评价，对，那么他就要对道德进行重新的定义，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呢，就是说这个学生解决现实困境的能力，把这个定义为新的一个道德标准，当然这个能力是指正向的创造性的解决，这种像什么，就像说好我们经历过6.4，我们经历过6.4的痛苦和失败，那么就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吗？没有，后边有反思，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是中国人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是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我们发现这件事儿，对于胡平先生来说肯定也是经历了很多年的思考，对于我个人也是历时31年，从那天，起码从那天晚上开始，那么不断的他去要求学生去思考和创新的时候，最后发现经过一个几十年的跟踪啊，15年啊，甚至更长时间的跟踪，那么他发现呢，参与到这个实践项目中的学生，现实解决现实困境的能力确实在增加，而且呢统计的结果也非常明确，也非常明确，那么这些学生这种现实问题也包括自己生存的各种困境问题，我能不能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社会意义上的成功，那么我这个成功是不是又进一步能够超越这样一般的社会价值，达到一个我理想的状态，
甚至我的理想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创新和超越，让自己可以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不断的被升华，那么答案的结果呢是肯定的，他后来的学者又继续了这样的研究，发现这几乎在所有的人类学样本里都是，几乎是肯定的，几乎是肯定的，所以，心理学实验并不是说，没有一个正向的东西，它只是揭示了一个一般的可能性，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偶然的，绝不是这样，因为它心理学研究还除了以实验来揭示特定的条件以外，人存在的特定条件，我们把它孤立出来看，还进行了统计学的研究，也进行了生理心理学的，或者是比如说青少年，青少年阶段不良的家庭环境和不良的教育环境，对，比如说这种不断的强化给予压力，通过竞争，而老师呢又不断的贬低学生，那么会有多大的比例造成他这些学生的心理的变异，产生比如说强迫症啊等等这样的甚至发生到器质性的变化。对，因为心理疾病呢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认为观念和意识的变化，它还发生器质性变化，比如说强迫症这个它的这个脑桥之间的这个电荷连接就被弱化。这个是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容易理解的。我们正常人呢很难理解有心理疾病人的那个状态。对。我因为做这方面工作就访问过很多人，那么他们说呢，比如说精神分裂啊，或者是抑郁症啊，包括强迫症，躁郁症都提到过，在他们正常的情况下，都提到过。当这种痛苦的感受袭来的时候，他们整个的头脑、身体好像被一个东西包裹住，一个看不见的膜包裹住，但是他们对通过这个膜所看到的外部世界是模糊的，看不到光明的，是一个黑暗的，或者是灰色的膜。他们也无法突破这个，而这种痛苦是非常强烈的。他知道自己，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痛苦，但是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冲破。这是一种，有心理疾病的人普遍的感受。当然，不是所有患病的人都能够清晰地描述出这种状态，对，相对是稍微轻一些的能够描绘出这种状态。然后我们对这些人的大脑的结构，我们去观察他有没有器质性变化，结果发现很多人都有，没有达到器质性变化的会稍好一点，达到了器质性变化的往往就需要药物的参与才能够使他们缓解，比如说像百忧解这样的药物，这个就让人想到刚才说的这种状态，马上就可以让人想到鲁迅的那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那样的感觉。在这种很强的社会压力下，比如说言论、思想、性等等等等，都是在一个较压抑的状态下，有这样体验甚至出现这种精神疾病的比例就会增加，而且是很明显的，它可能出现在更穷的人身上，也许我们说有一个叫杨改兰的，我们认为他的行为是有问题的，他像个有病的人一样，但是呢这种病
更就是他有没有遗传的原因呢？有可能啊，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他可能原来的这个生存环境就有问题，他前代就出现过类似的这种变异。更多的实际上是社会没有给他们这些人带来一个缓解压力的这样一个环境。嗯嗯，这种事儿在中国非常非常多。嗯，如果做真正的统计学研究的话，嗯，很多数字是惊人的。那我只对某些地方的小区域的，嗯，某一些东西做过这样的一个统计。那么个别样本，比如说中国某些地区的，初中，比如说初中二年级到高中二年级这个阶段，四年的这个阶段的孩子，然后我们去看，因为正好是青春期，然后也正好是选择这个人生选择的好多好多拐点在这儿，那我们发现严重的地区有自杀意识、自杀倾向和自杀行为尝试的，最高的比例达到70%以上。哦，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前面有一位什么什么先生说，这个要服从于强者，要等等等等，要服从于现实。实际上呢，我们就这个马上就让人想到这个古代中国的一个名人啊，李斯。李斯就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他之所以最后成为，按照他的奋发图强的方式成为秦国的宰相，按他自己说，就是在厕所里看到了老鼠，厕所的老鼠，也看到了官仓的老鼠，他说这个人生不能活得像厕所的老鼠那样，如此的瘦小胆怯，得活成官仓老鼠那样。是是。这完全是对社会现实的一个我们说这中国人有时候以此为智慧，我适应了这个社会，我服从了强者，我跟着共产党混，那么放弃了，就是也不能说他放弃了，他可能就没有培养出一种意识，就是跟着某一些人去混本身就是堕落，人的社会化发展的一种堕落，他实际上跟着去依附于权力去欺压别的人，这是反社会人格的另外一种表现。社会化人格是强调人与人，是强调我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和快乐，因此我在做这种事儿的时候，我要除了照顾我的痛苦和快乐以外，我还要照顾到他人。当然在具体操作中做这样的事儿，比做那种踩着别人肩膀往上走要困难，因为你面临着就不仅仅是所谓个人通过个人努力来解决个人问题了，你还要通过集体努力，集体努力是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环境来改变个人，让个人获得成功。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不同的文化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个文化里边，那么政治文化又是最核心的一点，起码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就出现了一个以前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或者政治文明的确是和个人的人格发展甚至是心理健康水平有直接关系的，绝不是说个人就归个人，你服从于强者了就可以如何如何。道德有很多发展层次，这种服从于强者的发展层次在道德心理学角度看，因为它基本上有六个层次，这六个层次非常非常因为仔细描述的话大概就很复杂，我简单描述就是这样，
最早的人格道德发展是叫做我爸爸就是对的，或者是我妈妈就是对的，也就是说直接给我抚养的给我这种关怀提供安全的人就是对的，这是一个最低水平的基本人生下来就具备。那么第二个发展层次呢，是叫做对我有好处的就是对的一般来说我们从人个体的发展看这个五岁到八岁基本都是在这个范围内。第三个层次呢叫做多数人选择的就是对的从众我们发现这个就是进入社会化阶段以后人格的一个特点，八岁以后就会是这样。到第四个阶段就开始不一样了，他强调就是规则认可的就是对的。也就是说这个人的社会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环境里，他进一步社会化了他要考虑到，因为规则不是就小共同体，比如说家庭这是一个小共同体你到一个学校那就是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你到一个社区那就会更大。好，规则发展。那么规则发展的规则的最大的一个就被认为是法律当然还有一种公序良俗，或者我们说的普世价值但是到普世价值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它称为规则背后的原则因为规则是指能够形成条文的，普世价值是比这个要更高的。那么这个是第五个阶段，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说对立法的原则的尊重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连这一点也要超越当超越这一点的时候一般的东西就不太容易描述，如果简单说的话就是对良知的追求这个是道德发展的一个，因为此后可能还有但是不好归纳了，而且这个就人口来看比例非常小所以就基本上到这个阶段人是趋向于向更高的道德水平发展，而不是反过来趋向于回到自己那种更就是仅仅是服从于强者求生存那样的一个状态。人对生存的要求有两个支点，我认为有两个支点，一个是个人奋斗，这一点中国人做的很努力还有一点就是集体的努力就是在建立遵守维护集体规则道德文化方面，没有这一点前者个人努力也没法保证，个人奋斗是无法保证，甚至个人奋斗就会变成我可以踩着别人上去那么如果只追求后者，他也会走向反向，就是我没有个人奋斗，我只强调去分配和分享，还是不行。这两者之间的共同发展才是人整个包括个体也好包括大的共同体该走的一条道路。我想说的就是心理学并不是说像前面某个人说的那样不堪它是一个叫什么我不知道他用的那个词忘了他用的那个词了。心理学是一个对人的状态可以进行认真的描述和研究的一个方法，只是因为人非常复杂，社会环境也非常复杂，所以这样的描述呢不会变成那种机械论的那样的结果。我补充这一点谢谢胡平先生。来，谢谢谢谢。看都两个多钟头了，看还有没有朋友提什么问题，我们再接着再回答一个问题怎么样，然后我们就结束好吧。
肖晨。哎，胡平先生您好。你好。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可能但是我因为刚才听完你讲完以后又听了前面两位发言，那觉得好像有一点话不吐不快。而且我要可能对您的今天的论述要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嗯，可能在这中间想跟你讨论一下啊。好的。我先简单的评述一下刚才几位的发言。嗯。第一个那个叫什么理查。嗯嗯。那我们这个平台上大家都知道，那是有名的，长时间以来有名替共产党说话的这个五毛，嗯，大家就这么说。嗯。所以他的意见你完全不可听，他是一派胡言。嗯，他其实是在驳斥，说是这个把这个受了共产党的害，还要为共产党说话的人，他在为这些人做辩解。嗯嗯嗯。那么刚才呢，韦伯先生呢发表了时间不算短的这个关于心理学的描述。嗯。那么我在这个平台上呢，听韦伯先生谈心理学的课题呀，而且作为专题已经也有几次了。哦，那我明确表态，韦伯先生在心理学方面的很多知识啊，在我来看是一个 high level 的东西，也就是高水平的一种论述。嗯嗯嗯，那像我这样子在心理学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知识的人，试图听懂，但是基本上很难懂，我这么一个结论，而且呢，就觉得他今天谈的这些东西，道理上，因为我不懂嘛，我就说不出道理对和不对，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切中您今天的关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这个主题，就是他谈的和你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是一回事，那么我现在呢，想结合你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主题，谈一下我的看法。嗯，我先问你一句，你简单回答我一个是 yes or no。嗯，您今天谈的关于对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你讲的这个具体事实给大家阐述了一下以后，你是同意，很多人说的受了共产党的迫害，然后出来以后还要为共产党说话，你认为？把他们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你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是不正确的？我不倾向这种说法。我当然理解别人说的意思，我觉得怕他太简单化，我不太欣赏这种说法。不太欣赏。好，对，那么我知道你说的这意思，就是那我跟你讲一下这个方面，我跟你不同的看法是什么呢？首先一点，你所今天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这个事实过程啊。和我以前听过的这个过程呢，有相当大的区别。对，这个区别非常关键。是，为什么呢？我听到的事实，我简单的讲，因为时间关系，不要讲的太复杂了。跟你讲的不同，我一会儿就理出它的不同来的本这个实质在哪里。对，我听到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大概意思，当然有很细的情节，我不在这里展开了，只是说是一个女的被绑匪绑了。绑了以后呢，而且这个绑匪是个流氓集团，强奸了这个女的，强奸了以后，而且把她禁锢起来，多次强奸，强奸到最后，这个女的呢，不仅没有认为是被害了，而且还爱上了这个，你说是绑匪也好，实际上就是一个流氓匪徒，是不但，而且事后很享受这个过程，跟这个。这个流氓一起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发现这个流氓对他啊已经索然无味了，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觉得好像腻味了，他为了让这个男的不要抛弃他，他还去主动的去把他的女朋友也好，什么也好，想办法跟那个流氓一起骗来供这个流氓去在他身上加害，我听的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我的这个事实不成立的。你的这个事实成立的话，那你的这个事实跟说共产党加害了人，然后还要回过来说共产党，这个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为什么你描写的这个故事，这个银行的绑匪并没有加害他们，对，只是最多是让他们受了一个惊吓，对，就是当他们非常明白的知道流氓不是这个银行抢匪的目的只是为了抢钱，对。而且还是用一个，我们说就是叫什么，就是叫斯文流氓啊，
他们斯文大道啊，下不了手，并没有加害他们，对，而只是利用他们，你只要跟我很好的配合，我们能够共同取得政府和警察的这样一个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他只要把钱给了我们，嗯，我们就完了，嗯，因此你描述的故事和我听到的说是共产党加害人民，而被害的人出来以后还要歌颂共产党，显然不是一回事情。对，所以我质疑你这个故事是不是正确。对，这是第一。嗯，因如果你的故事是正确的，那根本就不存在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比喻共产党的，是或者共产党迫害下的老百姓的这个比喻。嗯，但是我了解的这个故事情节，嗯，就这个比喻就是恰如其分的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他是被害者，对对，而且这个被害作为一般来讲，当然可能在西方国家，你叫中国人来讲，甚至你说那个时候有很多，哎，抗战的时候说是那个年轻女孩子被日本人强奸了，还要去自杀去，在东方人的眼睛里看到这种加害是很深很深的，对，因此这种加害是简直连活都不能活下去的，受到了这样的加害，如果再回来还要再称赞这个共产党，那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因此我首先质疑您这个故事，您所描述的这个事实和我所知道的事实是否一致啊。嗯，第二个呢，从心理学角度讲呢，我看过一个台湾的一个电影，电影情节我今天也没有时间了，也不好，这个电影也蛮精彩的，本来可以给大家讲，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如果他们等一下有兴趣，我等到您休息了下来有人我可以跟他们讲，但是现在不能讲，就是这个电影看完以后啊，有人就做过一个，就是台湾那边啊做过一个讨论，我当时因为我那个时候人在台湾，我不是现场参加讨论，但是我是通过这个就是视讯啊，我听这个他们事后讨论，我听了他们讨论的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具体讲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后来成为这个心理学以及医学上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论证，就是在遇到一个怀疑这个利用自己的权利或者利用自己的各方面的条件去用性来加害于一个就是对他有需求的这样一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接受了，接受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从他们的讨论来看也不符合你讲的那个故事，对，他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一个特殊的环境，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说一般人认为男人和女人发生了性关系，必然男人是得到了什么，女人一定是受害者，但是那个讨论的结论是说，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相当一批女性，对，他们在这个开始他们自己不是自愿的情况下，当受到这样一种性侵的时候，对，他们从他们的生理上会得到一种快感，而使得他们不但愿意接受，而且甚至你知道有很多性游戏啊，就所谓故意的被这个女的叫人把她绑起来捆起来，拿鞭子抽打她进行性侵，她还在这个中间找快乐，对对，就这个东西呢，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主要剖析的是这种心理状态。那么拿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去和在共产党迫害下人们在这个自由受到伤害，特别是尊严受到伤害以外，甚至连基本生活是，甚至有的人你要反共产党，连工作连生存都不让你生存，还要把你抓进监狱里面，是不是？对，精神上的这种那这个具体事例太多了，我不用详细说了，时间关系了。我觉得那个是恰如其分的，这就是我今天对您提出这个您今天这个专题的质疑的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你后来跟这个专题呢稍微有点另外一个专题了，就讲到一个所谓人的一种行为啊，他们做一种实验，看看在这种具体情况下人的心理是什么样的。我当时听了这个以后呢，我就知道这个实验实际上都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当你只要告诉他你是在做这个实验，所有的人都知道，哦，我是一个实验，我当时在做实验，而实验不会是真正的，比如说这个实验需要什么人要加害于什么人，什么人是要被害，这个加害和被害都是一种模拟性的，对，因此他没有真正的受害感和真正的加害感，
但是我跟你讲，我看过一本日本小说，这本小说反映的人的心理啊，是非常真实的。这本小说的名字叫《野性的证明》，翻译成中文。对，我知道。他跟那个叫还有一个小说叫《人性的证明》，那是同一个人写的。我知道。《人性的证明》后来就是写成电影啊。对。拍成电影被中在国内放过。那个我跟你这个年代人大概都看过。对。中国把它翻译成叫《人证》。是。其实这个电影名字中文翻译"人证"是不对的。对对对。人证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人证物证的那个人证。对，做法庭上做证。由于法庭上做了人证，实际他这个小说不是。他是当他知道这个杀害这个黑人孩子的母亲啊是他的亲生母亲的时候，警方已经从各方面的逻辑推测，已经能够推出这个逻辑，就这个拼图完全成立的时候，但是没有证据。是。于是这个警察就采用了一个单刀直入办法，就是利用这个母亲的这个人性，是。就是你作为一个母亲，我相信你自己杀了亲生的儿子。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最后你的人性是会召唤出来的。对，最后的结果是果然被召唤出来以后，是这个母亲自己承认杀了自己的孩子，所以这叫人性的证明。对对，还有一个电影，我跟你讲，不是电影，小说后来也被拍成电影，但没有给中国看过。他讲的野性的证明讲的是什么呢？日本一个自卫队的一个，就是有点像美国的海豹突击队一样的特别部队的一个成员啊。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一次什么呢？就是所谓求生训练，这个求生训练真实到就是你真的好像就是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你就要死在那个地方，要进行这样一个训练，你怎么能够生存下来？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是把这个人啊用飞机，把他飞机载了以后跳伞跳到一个非常荒野的地方，对，然后扔到那儿以后什么条件也没有，你真的就不管你了。对，但是呢他就是说给他们这么一个手段，就是当你真的觉得已经求生无路了，而你已经不能坚持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发一个信号弹，发这个信号弹我们就会救你回去。但是如果你不发信号弹，始终没有人救你，就要靠你自己生存。结果这个人呢，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直非常坚强，一直这么训练训练训练，最后到真的活不下去就死下去了，就死在那里了。那么前面已经有死了的例子，也有求救回来的例子。但是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小说描写这个主角呢，一直非常的坚强，他就一定要就是不发信号弹，但我一定要生存下来。对，最后的结果是这个过程我就不讲了。就是他把这个人心当中的最野性的方面啊，发展出来以后，他加害了其他的很多人，最后他生存下来。就是说他这本小说的描写的意思就是说，人的内心深处啊，除了有人性的东西以外，也有野性的东西，而这个野性的东西如果你仅仅是做一个实验啊，是实验不出来的，因为那个环境是他知道你是假的，而他被投放在那里，如果他不用这种野不把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个野性抒发出来的话，他就不得生存，他就要死在那里。对对。那么他又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一个非常要强，他就是不愿意发那个信号去求救，于是他把自己内心的野性全部迸发出来。就是这个作者的意思就是说，人生来就有内心深处有非常多的野性，再到他生死关头，他是会这个野性是会抒发出来的。所以我倒觉得我讲的这个故事更能够说明一种真实的实验。而您讲的那种所谓的什么什么斯坦福实验啊什么那些，我觉得那些东西简直都是小儿科，那些都是无聊学者们搞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就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来讲，我就跟你讲一个心理。你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一辈都曾经那个时候所谓劳动锻炼都去锻炼过。而且自认为好像听党的话，到农村去锻炼不怕苦不怕累。但是我跟你讲，那个永远只是假的。为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到农村去锻炼只是一段时间，受再大的苦咬咬牙挺过来，他们的户口还在城市，公司
工资单位里也发，他锻炼完了他会回去的。是是是，但是当我们插队落户的时候是完全两个心情。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户口到了农村，是是，我们看到农民多么的苦，而我们这一辈子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后面有改革开放，还有恢复高考，对对对，还有读大学，我们这一辈子就要像我们身边的农民那样子生活一辈子了。是是是，你是什么心态？那是真实的。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你明白这意思吧？因为你跟我这个年龄的都经过那个年代，对对对，懂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懂这个东西。对对 对, 对啊，你说我们甚至现在有很多所谓叫这个支教，到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去支教，多少个月？对，你支教的心态和你必须到那个地方去，不能再回来了，你就在那个地方受苦受难一辈子，对对对，是完全不同的心理。是是是是是，是不是？我虽然没有韦伯先生那么深的心理学的这些论述啊知识，甚至我也听不懂，嗯，但是我懂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验证性的实践性的不同的心理。对 对, 对，就是真实的心理和虚拟的心理之间是有极大的区别和反差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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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要说明的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今天是试图针对您提的您今天做的两个讲座来回答您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走题，好吧？没有，谢谢。没有没有啊。我回答一下，就是第一呢，斯德哥尔摩我查的版本是我那个叙述方式，我觉得恐怕我那个比较准确些。那问题是这样，如果您那个准确的话啊，就不构成后面好多人们所提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哎，我觉得他没有对这个你说的这几个银行女职员，他们没有加害他们不说，对，而且马上银行女职员就明白了，他们不是来加害我们的，他们只是来要钱。对，那么我们配合他们一下，他们拿到钱了，他们也就把我们放了。看看这几个人也不坏，但是我所了解的是，他确实加害了他，嗯，而且加害以后，我知道，我知道，反复加害，使得他在加害当中他取得了乐趣，拿这个东西，而且还帮他去骗其他的女朋友什么，继续加害别人。如果我的故事成立的话。那用我的故事来形容现在中共对人民的统治比较贴切一点，而您那个故事和那样子完全没有就是没有完全不没有可比性。当然，所以这是我质疑的一点。对，我知道了，他们原来这个很多人讲斯德哥尔摩的那个综合症呢，跟我讲的是其实讲的是一个东西，但是没有那些细致的方面。所以就把它简化了，简化就把它漫画式了，就变得就不一样了。就讲的就是一些绑匪要抢银行，然后怕警察来，就拿一些银行的工作人员当作人质，然后对峙了半天，后来还是让警察给这他们也投降了，也抓住了啊。那么当然人质是受害者，人质理当恨这些绑匪，结果他们不恨绑匪，就由此就推出那些一系列这个一些推论。但是他们故事这么讲，我的意思，他故事比这个要复杂一些。如果你知道他故事的全部过程呢，就觉得他的最后那些所谓人质之所以会对绑匪有好感，就变得就不足为奇，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因为原来按原来的简化的版本，这个觉得好像人怎么还会对绑匪有好感呢？觉得这不可思议，很荒唐，很荒谬。因此他给他安了个特殊的名字，来解释一些看似反常的现象。人受了某个统治者的害，应该恨那个统治者，他不但不恨，还要替他说好话啊，就会，所以就泛指这一类的现象。那原来就是这么引用的，所以我觉得我那版本更合乎实际一些，它不是那么回事。那你谈到那个后头那些问题呢，我觉得当然也挺有意思的，那些东西都是很有这个，就是。你就刚才举的例子举的时候是非常好的嘛，就跟现在是啦，说啊，很多说那执行什么这个青春无悔，有的人说哎又在讲什么上山下乡的好处，说那你怎么不把自己孩子送到乡下去呢？我说现在第一，他没人提倡这事，没人送自己孩子到乡下去；第二，他就是送了也和我们当年不一样，对吧？因为我们当年就像你说，他不知道未来，不知道没有前景啊。他现在你如果那个父母。啊，特别是还有点钱，有钱有势的，有地位的，把自己孩子送到农村去，他知道很清楚，随时可以回来的呀。他知道很清楚，城里一下子该准备的好好的，他就体验生活，那只是体验生活，体验生活当然也要他好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和我们当年差的就完全不一样，和下放干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后来的人为什么他讲知青的故事都不太容易让后来人理解，
他不容易体会你当年追星的痛苦在什么地方，因为你看到了结尾了，后来人看到你后来又出来了啊。而我们当时的最大痛苦就是你看不到结尾，你不知道后来啊，你在乡下一个人待着时候那么难过的时候，你不知道几年之后有什么又恢复高考了，甚至你的出国留洋了，你根本想不到。你要知道就是个年头啊，三年啊，三年五个月啊，我们这就那你感受完全不一样，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那种感受他是那种当时我们那种感受他是后人的不能理解，因为他已经看到你的结局了，这样子他就另外也使得当时我们这一代人他有时候回顾起来反而会有一种很一种沧桑感啊，那日子过得很沧桑，因此就觉得好像那段生活就格外有意思有意义，那回顾起来格外有这有种很特殊的享受啊，于是就美化了当时的感受啊，就忘了当时你那种绝望了啊。所以就我觉得这个你刚谈这个很重要，就是这就是实际生活跟试验跟舞台的重大的区别啊，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它的结尾，不知道你的是真实的一个情况，不是一种虚拟的，不是一种构造出来的。那虚拟的构造你知道你随时可以离开它的，因此你的心境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像中国我就在想，中国它之所以是个社会心理学的大实验场，就是我们遇到都是真的呀，我们都是真的，都认就是生活本身，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态以及事后我们对心态的那种反思才变得那么可贵，才有那么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心理的一些奥妙，就是这个意思。好的，今天也讲得很长了，都有两个多钟头了，很多朋友提出很有意思的问题，你看这个问题这倒是和时政没什么关系，但确实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很多网友这个就这么能感兴趣，我也感到很高兴。像这一类问题呢，我们以后还可以找一些像这一类问题来大家一块来讨论。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各位网友，谢谢各位这个发表这些自己看法的网友，另外也谢谢导播。下周三我们再会。